5月31日，董宇辉完整直播回放。咱们果不其然，欢迎恶心主播啊！我们就说这个粽子肯定就伴随着你啊，新主播召唤来，果然果然啊，正是时候。来来来，我替大家尝一下。哎，我也想替大家尝。你替大家尝，这好多，这好多，你拿吃。你站中间吧。嗯啊。哎，这老香了，我今天就盼着讲这个品。我说今天不是来上班了，是来实地考察了。汉森，我这有，这都是化了。你有了是吧？嗯 ，Yes。对。哎呀，今天这个，朋友们，这款叫流氓一刻，里边用的都是金枕。然后整个的馅料我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啊。哎呀，呼之欲出。哇，82.5块。到手会有10只，对，冷冻保存就行，不太挑咱们的吃法了啊。这个你喜欢吃那种软糯一点的，再来一个，真的很香啊。哎，它叫流氓一刻，那我吃了之后岂不是成了小帅哥？还是没有变，没错，岂不是成了客人了吗？欢迎这位客人呢，欢迎一个客人到家了，嗯。哦，它这个饼皮给大家看一看，特别特别的软糯，就是尤其它缓化以后啊，能够感受到那种感觉。你说这个感觉，我刚举这个例子是我真实感受的。嗯，年终比较贵的，粽子啊，嗯，小时候家里买的贵的东西，从来不舍得自己吃，嗯，甚至自己吃会买贵的，贵的永远是送给长辈，嗯，然后送给长辈呢，他也不会吃。然后等到他的孩子走亲戚的时候，他说：“你把家里你也不用买，把家里直接拿着去吧。”有画面感了，嗯。然后他会跑到下一家，就是人们出于一种质朴的情感，总是把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最好的东西送给别人，嗯，送给那些心里挂念的人、在乎的人、关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买的几个贵的东西啊，送给客人，客人再送给他们的客人。他们再送给他们的客人，绕了一圈亲戚朋友，最后还会绕回来。我们家经历过好几次，就是过年买的最贵那几件人情，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哎、但其实因为早些年，对吧？你现在看着可能就平平无奇，但当时可能是我们已经，觉得买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嗯、其实也现在来看没多少钱，就可能就是到自己对日常就是吃的。所以刚说到客人，就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中国人还有中国文化里头对于客人的一种重视。热情，对，对亲朋好友的一种。有朋友说我们链接弹错了，轩哥你看一看啊，有没有弹错啊？嗯，今天有两个榴莲粽，我们说鼻炎好了是吧？哎，这不是刚从南方沿海地区回来嘛，对吧？哎呀，状态都好了。你说有点心酸，说我还能乐几天啊？这得，哎呀，这个是冰块，那还好，我爱吃这个，吃这个吧。看来这个上班还是有好处啊。拿那个拿走。特别喜欢吃榴莲，你可以把那个拿走，然后再吃一个。嗯，太好了。但我不知道这个化开没。化开了吧，哎，戳一戳。短短了，我不我穿一个了。里边用的榴莲都是金枕榴莲，特别的。给你走上拿一个。Thank you。哎呀，那我是全场最不客气的人了。对朋友说，爱就是常觉亏欠，确实如此。嗯，确实如此。很，你看我看今天我们正好剪了一个关于儿童节的，嗯，就是不管是关于什么节日，当我们剪出一些视频，剪出一些其实董宇辉就是神志不清、胡说八道的文字的时候，你在评论区能看到很多特别感人的文字。嗯，爱是常觉亏欠。嗯，然后家长就会反思，哎呀，其实我孩子挺好的，他只是成绩不好，他又不是人品不好，我以前对他太苛刻了。嗯，然后下面又有说，哎呦，我孩子从小学习，后来住校，再后来出国读书，这么多年我跟他都没咋待过。还有人说呢，这个啊，我这个家庭一般，没有给孩子那么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孩子很争气。然后呢，后来自己去了大城市，在那儿的工作生活，啊，对家里非常照顾。就你能看到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孩子的那种情感和人生状态的描述，但共同一个主题。就是觉得亏欠，就是爱永远觉得爱不够，嗯，然后好的感情都会产生共鸣，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都整理出来了，整理出来了，都有几个呀？三篓子，我这边在这儿，然后它那个是体面的，啊，这个是三篓子，所以那我们先从三篓子给大家过一下，来，这你看，我跟你说，这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原因啥？就是我现在消费观念变了，我以前给别人买的我就买贵的，嗯，自己吃三篓子，我现在变了。送就送便宜的，给自己吃好，自己吃好，然后自己还能偿还亏欠，我觉得这就对了。哎，对呀、啊，就是所以才偿还亏欠嘛，便宜的给你的，对的。就凭啥我花钱我让你吃好的，我吃便宜的呢？对吧？
花那么多年钱，好吃的到底啥味儿我都不熟悉。但其实你这种消费理念非常对，因为这个更体现出我爱人先爱己啊。啊，也可以，我觉得非常对得起自己啊。然后爸妈收到的粽子很感动，哎呦，我孩子还没给我买粽子，结果过一段时间来我家里，发现，哎呀，你家这礼盒是怎么回事？你那小子的，你这自己吃的更贵啊。嗯嗯，其实口味上和营养上、材料上可能没啥区别。粽子你能用啥包？你用金子包，嗯，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嗯，更把心意放在了内容里边。对对对对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俩把散豆子和这个过一遍，让他们迅速拿样品拿来，我给大家品鉴品鉴。没问题，我给大家当一个理性的第三方。好好好，你当理性第三方是吧？嗯，行，清醒理性第三方，必须的，来了。现在一左一右啊，散豆子，散豆子一个一个来吧。来吧、啊，散豆子就是东北人说的散装白酒，不好意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散豆子啊，这款大家可以先截个图，待会儿如果没听清，您还可以再回看一下啊。嗯、潘翔姐，这是、哎、这是云南的，彩云之南。对，哎、这我强推啊，云南人借云南的啊，这我必乎得强推啊。嗯嗯，26.8元，大家到手会有10只，会有8只，然后都是那种鲜花豆沙馅儿的、嗯。就有朋友说，我只想吃甜粽，然后呢想加热方便，您就可以去拍它，然后再切个近景，看一下沐月斋这款价格也很合适，27.9元。哎，这鲜花是啥花啊？玫瑰花，滇红玫瑰花。拿一个，我替大家先尝一下。老香了，这能吃吗？能、啊。对吧？里面装的都是爱情嘛。现在第三方，我觉得是，嗯，你给女士送，你就送这个。哎呀，这老扎实的。你送那些大米的太过寻常，是。送肉的已经索然无味。嗯。你送榴莲的有何心意？送个鲜花的，哎呦，哎，但待会儿想到榴莲，你咋说呢？唇齿留香，咋往回圆呢？不圆了，太久太多了，因为我确实没吃过鲜花的。哎，你感受一下啊。咱要吃个熟的呢，你这家啊，这是生的呀？啊，对对对对，鲜花的有熟的吗？有。加热一个。宣传送你一个鲜花的啊，一会儿送你一个鲜花。就是说，总说那个爱空口无凭，对吧？我把我对你的爱都放到玫瑰花里了。哎呀，所以对啊，你身边的女性，不管是同事呀。朋友啊，对吧、嗯？家人都可以送啊，是鲜花儿，这个都不是花期，这叫赏味期了啊，朋友们。哎，对，这个赏味期也老长了，180天啊，潘翔记、嗯，所以说这款很适合。有朋友说我喜欢甜粽的花香气的，还有老人啊，他可能不太喜欢油腻的，您可以去拍潘翔记。虽然玫瑰花期短，但慈爱不渝啊。yes， 但这款的花期比较长啊，180天、哎。好，下一款是吴月斋，也是很多朋友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对，27.9元，它的好处是啥呢？2天2咸我都有了，然后有朋友说我只是在端午的时候想应这个节日吃一下，你看每一只都是手工包制，而且就甜咸都有。再下一款叫真真老老，这款呢是一个高汤入味了，它也是一个4甜4咸都有，39.9元、49.9元两种价格。这个品牌很多朋友也熟悉，对吧？一个短保的一个粽子，保质期45天，就想吃的那个食材更鲜，您可以去买它。还有一个品牌思念，有朋友说，哎，我吃过他家的汤圆啊。今天咋这么卷？还有粽子啊！对，我听过呀。思念是一种很玄乎的东西。哎呀，对，是啊。哎，这个比较玄，确实。比较玄就不唱了啊。思念，所以他家呢现在出的一个叫五黑五红，啥意思？给大家把一些比较传统的、大家很喜欢的一些黑食材呀，以及说一些比较好的传统自然的一些食材放到里边。哎、我展示。49.8元，然后它的特点是零蔗糖添加，嗯。最后一款是榴莲西施，82.5元10只，然后它是与众不同啊，与众不同，您可以感受一下。来，所以就着刚才安安介绍完，我给大家分别看一下，这是刚才汉森提到的散篓子，就是过去这些放在什么里头？放到家里头。他总不能是这样寄过去吧？应该是放在一个纸箱里面。啊，咱连纸箱都没了。没有。行，很散了，很散了，很散，很散。但是这个给了我们二次包装的机会，确实，商家寄的盒子都不行，无法表达我的心意。嗯、我就把这些散漏子，然后给你弄一个比较精致的盒子，铺上几层拉菲草，上面写一个爱你的什么什么，能理解吧？能理解啊。最后我跟你说，我连人带粽子一起被扔出门那种。别人给送啥，你给我拿一盒子拉菲草，里面放几个粽子，他太喜欢了，觉得。然后你上面还写了一个“花期虽短，但慈爱不渝”，然后里面还有点小彩灯来作为点缀，对，装个电池，他一打开里头小人嘣一下还跳出来晃那种，先给个惊吓，再给个惊喜。完美，你懂我，你懂我，必须的。然后这是刚才他说的第二个叫啥？
这是霸王粽，个头贼老大，夹心呗。五月斋，五月斋的，这是五月斋的，两甜两咸的，这是四个啊，27.9。那为啥还有这还有这些呢？这这是250克的咸粽，然后220克的甜粽，里边一个是俩，这个头特别特别的大。对，个头很大。那这啥呀？为啥这么多呢？咱用挺多呗。这个，所以这不是一单。对对对，一单是四只啊，一单。对，27.9到时候是四只，朋友们。那一单是啥呀？两个甜的，两个咸的。这是甜的。看一看啊。对，这是甜的，个小的甜，这咸的。咸的，咸的。那蛋黄，蛋黄，蛋黄。好，不好意思啊。看它长得不是非常熟悉，这是五花的。那我甜的呢？这样品拿来，你都没让人看清楚自己买的是啥。我们可以点开产品的详细页，可以看到大家说哪个我们谈哪个链接进来，给大家可以展示是吧？我得知道我卖的是啥呀？这儿呢，五月斋，四味四粽，大粽的，你可以选择那个四味四粽，都是甜的，也都是咸的，那个半甜半咸。哎呀，就关键反光的，有，现在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好。这是这个，还有散漏子，还有啥？散漏子太多了，看看啊，就是大家可能收到的盒子里直接就是这。对，真真老老是哪款？真真老老，这个名字令人印象深刻。对，你叫董宇辉，泯然众人矣。你叫董铁蛋，你想老是点全班名字，什么王子涵、李子涵、李子硕，王昊天。董铁蛋第一天报道的时候就已经整个年级就记住了他，因为一到课间所有孩子都来看，哇，这就是那个铁蛋呢。只需一个课间沦为全年级的笑话，最好最后子涵告诉子涵说，子涵他们班的子涵同桌是董铁蛋。来了，这就是刚才说那个真真老老是吧，高汤入味的啊。然后价格我看一看啊，价格是39.9的也有，49.9的也有，四甜四咸，所以它到手会有八个。对，像这种就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你像包装精美的就有一点刀背的。甚至特别精美的画刀背上的，对了。然后就这三个嘛，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思念。还有个思念。思念呢？思念那个也是个甜粽啊，给大家拿上来看一下。真真老老在一号链接。好。真真老老。我们会陆续把所有的粽子都调到了前面的。思念咱们今天没有样品。思念，哎呀，更思念了，确实挺悬的，更思念了，连样品都没有。他这个我记住了，咋整的？他虽然说他没来，给大家看一下。但是他这个还蛮好吃的，它是五黑加五红，然后基本都是甜粽。五黑的话都属于大家比较喜欢吃的黑色食材，然后五红里边是有那个紫薯，对，你只是一群人到现场竞争，结果最大赢家竟是没有样品的那个，就他没来的那个，都记住了是吧？跟铁蛋一样，不太一样。你知道，就结婚，大家都来了，结果没有一个人记住。你没来，你没来，记你一辈子。你咋拜堂？我都没来，你咋拜堂？哎呀，你一个人拜啊？确实。所以让大家记住更深刻的方式就是缺席啊。出席了那么多年，你根本无所谓，我缺席一次，我都没法搂席了，真的是，确实。好，这是刚才给大家所展示这几个散漏子，散漏子的特点呢，就是包装上比较简单，对，但其实你算下一个好几块钱的这个粽子，大家可能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对粽子需求并不是很高，他也不是一个粽子迷，然后呢，但是他又觉得在过节的那一天得有氛围，门上传统的还喜欢放个艾草啊，还是上挂个香包啊，小红绳，看着南方那些广东的好多地方，黄州啊，对，那船划的感觉都漂移出去了啊，那船尾那个人拿着那真的小锅，咚，不亚于一个 F1 赛车手的专业技术。在气氛的感染下，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然后你闻着粽香，然后身上挂着香包，感觉千百年来民族文化在这一刻得到了一种唤醒。你想回家吃一个，结果发现家里只有买的玉米、鸡蛋，感觉索然无味。这时候你需要几个粽子，节日感，对吧？让你朋友来家里做客，买这些散漏子。对，是散漏子，其实它品质很好，而且你看这鲜花馅的，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买，浪漫吗？对，买一次，万一不好吃呢？一盆花呢？证书也有啊。万一它好吃呢？我的意思是，好吃不好吃都印象深刻了。鲜花在我们二号链接。对，好，这是散漏子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咱们礼盒的，礼盒的，来拿礼盒拿来啊！礼盒装，这是给自己吃的。然后，哎呀，李玉斌朋友给大家先给他过了。看我们直播间里很热闹啊。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礼盒装的话，首先是按照价位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区分。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这一款45块钱广州酒家的四咸六甜，它还会礼遇您一个甜的。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广味经典，盒子本身就很好看，那个红色的大家可以看到，对，就是它。哎，这个我前两天好像卖过一次。嗯，是的，这很好看。嗯，元素比较多呀，然后也是这种。嗯，单个克重小一点的，你要担心说我吃一个吃200克250克吃不太了，吃它很合适啊。好像广州酒家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那种地位非常的高，对对，相当于北京的全聚德、天津的狗不理、山西的醋，哎，那当地人河南的胡辣汤，你说那些当地人都不咋吃，那不都离不开了吗？啊、对对吧？是。而且咸甜都有了，像这款45块钱，属于今天礼盒里边的性价比之款啊。有的当地名牌可能真的是当地人不吃，外地人吃的。但是我身边有几个广州的朋友，他们对于广州很多的这种知名品牌还是非常认可的。嗯，就说明当地人是非常喜欢的。哎，然后再给大家往下来看，再有就是知味观他们家的五咸五甜，还礼遇俩鸭蛋。然后它是一个实惠礼盒，而且这个盒子非常的漂亮，莫听穿林打叶声，小竹叶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一个北方人看来，说粽子怎么会跟鸭蛋聚集在一起？但是南方可能就是他在这一天俩都吃呢。对，有的可能馅料当中就给你放鸭蛋了，这个就属于是把这个蛋，你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小米粥。哎，你北方基本上好多时候。农村那种小学就是这两天就快考试了，孩子早上起来收到了粽子，哎，宇辉老师给我送粽子，然后一打开里，哎，俩鸭蛋，孩子拿着手上的考试的这个文具袋，一定是祝我再加上这根笔100分吧，哎呀，这正好啊，以为他送了我俩零，但是你要知道，不管人生后面多少个零，最重要的是你前面那个一啊，对，还好随身携带了笔，就是重要的是前面的你啊，对，前面的你啊，来，朋友们，再往后面来看，然后下一个是我们的真真老老，又一个可以被很好的记住的名字，49块9，五咸三甜。真正老他们家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工艺，然后盒子上面咱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气质。哎，这个确实大红色啊。对，这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哎呀，你看，这上面这句话我们都不敢读。确实，是心里都突突，我看着他。确实，但你读完了，你感觉不是更上面这一行更害怕？你看比下面这还狠，下面至少对吧？下面应该它是有一种有迹可循的啊，有迹可循。上面这个对吧？我们就学会闭嘴吧，怕不关了。来，朋友们，很雅致啊。然后往下来，再往下一个是我们的吴月斋的这一款，然后它是一个79块8，四咸六甜，纵享好礼。这个盒子很漂亮，哎，是一个长条的礼盒装，而且味道化非常的丰富。就是你看，就是上面比红色更红，红的更纯正，下面是比绿的更长久，你发现吗？更长。来了，然后给大家拿起来这样去看，来吧。给大家再看一看，再往下来是海鹏的，吃没吃过羊肉馅的粽子？这是刚这个肠，这是刚这个肠的里头的粽子啊，肠的里头的。这是肠的里头的粽子，这个。啥粽子啊？羊肉的，一点不膻，老香了，没吃过呀，快尝一尝，给自己吃的礼盒装。给大家分享到的海鹏122，然后到手8只羊肉的大口吃肉的快感，来自于内蒙草原啊。Yes。不是我冒险，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你宣彤，内蒙真的吃羊肉粽子吗？内蒙不吃，内蒙吃甜粽，甜粽，北方都是真的，我们北方。我只说羊来自内蒙，我没说粽子来自内蒙啊。一会儿你可以替我们尝尝，但是是一种你放过我行不行？好吃。你不能说你现在的阈值就在这儿，一会儿还有巧克力馅儿的呢。哎呀，还是比利时的巧克力呢。所以感觉说了一整，这羊肉粽子是铁岭特产呢。不好意思啊，是吧？也不是，我也没吃过，我吃那叫羊汤。我就调查一下哪儿的朋友吃羊肉粽子。问一问。就是从今天开始，与辉同行的小伙伴吃的是羊肉粽子。哎呀，这是产品创新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羊肉其实还好，它整个用的是羔羊，然后整个处理的工艺很好，就是大口吃肉。啊，咸粽本身就是肉嘛。再往下来，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丰年人的丰啊，169块9，五芳斋他们家的八粽八味，那个里边一共8枚粽子，8个不同的口味，给您用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食材，比如说比利时黑巧克力来了。Yes， 这是刚那个羊肉粽子的盒子啊。对，这是那个啥，八粽八味五芳斋，五芳斋的。对。哎呀，这个。汉森，你演示一下，打开巧克力，老有仪式感，非常有仪式感。咋打开呀？就跟你打开一个比较有品质的电子设备一样，你轻轻的把这个盒扣开，然后 gravity 地心引力，你把它牵引开，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放点轻音乐，拉大提琴，这个对，巧克力的，
打开以后没打开呢，韩森。大黄皮球。啊、嗯，对。有黑松露排骨。Yes， 五方斋也是诞生的时间比较早的品牌，1921年啊。嗯。啊，这是羊肉的。嗯，羊肉的。羊肉的。羊肉和巧克力的。嗯。这位男士，快请品鉴。对，我们都没吃过。你替大家尝尝吧。我谢谢谢谢谢谢，我竟有如此幸事，咱们不妨一起。哎呀，哎呀，别客气呀、啊，哎，我也尝点，这就是一颗粽子一道菜呀。大家知道为啥这会儿不能放他俩下去吗？啊、因为好多肉粽子，你得让人尝呢。你让他俩下去，谁尝？你来尝吗？我来，我来。呀。这肉挺大呀，这肉挺多呀，给大家看一看啊。那你给我拿个巧克力粽子吧，真材实料，看得见的。嗯，不感受一下？不感受一下？你放过我吧，咱俩悄悄，哎呀，感受一下吧。这吃亏的可是你，哎呀，我就喜欢吃亏。是谁幸福了？吃亏是福呀，原来是你幸福了呀。哎呀，原来是我。哦，你吃我看，咱俩就幸福吧，啊、你就别管了，我尝你叹。哎，这个肉很紧实，哎，不膻不膻不膻。咱们就剩这一个巧克力了。嗯，好吃啊，你感受一下，真不膻。你吃涮火锅吗？就那种羊肉火锅，肉质紧实。给内蒙人吃一口，细腻，换内蒙人给。就是要平时吃羊肉的朋友，你会爱它的。嗯，真的，尝一下，兴许你发现，哎，那果然是我们内蒙人的习惯。啊，不是，过来人的吗？你这么没有勇气、啊？我再来一块，真的好吃的，这不开玩笑。哎，我真的觉得好吃。你平时吃羊肉吗？你来一块，真的好吃。我再来一口，这还有吃一口不够的神兽。大家如果想在知道朋友的。啊，我不吃。哎，然后羊肉粽是什么味道？有朋友说这就是羊肉拌饭，你说的好对，哦，对吧？哎呀，最终发现他的受众在新疆啊，手抓饭呢，羊肉泡馍，水加多了，羊肉泡馍也行。啥？我们那羊肉泡馍那是泡的面死面钉子，嗯，这是新疆朋友做手抓饭，抓饭，那抓饭，把水放多了，嗯，水放少了吧？水放多了，这不变软了吗？哦、嗯，少的是颗粒分明。哎，真的好吃，这肉我都吃了两大口了，还有，舍得放肉。哎，你都把它搓成丸子了。不要我说出来。嗯，潮州美食的又真的好吃。你敢敲打？我不敢。没事，你不敢。嗯。一会儿你吃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同样的丰沛。就每个人的口感都不一样，就大家都得尝一下才能知道。嗯，比较区中大众的口味是什么样？对，嗯，服了，你俩，对，就是属于自己不吃霍霍别人那种。妈，你吃我就劝，我吃我不买。嗯，大家需要自己拍啊。嗯。那我俩还用替啥吗？没了，吃完了。好，辛苦了，谢谢，告辞了，拜拜，拜拜。就是这，刚有。他俩吃的，他们俩说挺好吃的，真挺好吃、啊。那我吃完，我吃完。哎呀，开玩笑，你连盘端走都行啊。我连盘啊，行，端走了。哎呀，谢谢啊。承让了。哎呀，谢谢谢谢，千万别客气，小心。好。封建游人，这次给你封建游人了吧？嗯，封到头了都。哎，但是。榴莲冰粽。榴莲冰粽，哎，但是我在想，能不能等哪天端午节的时候，就是。哪块有龙舟比赛，咱去直播个龙舟比赛啊。哦，可以啊。我想参加。能吗？能。我同意了。好了，我记得。是吧？我们都同意。去内蒙草原上那种龙舟比赛。哎，是吧？加一加一。在草地上。那好像草原上好像说比不了了，应该。是吧？大黄米好了。也行。现在排的端午节你是休息的，但是也可以一起咱们带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因为我有一年在网上刷到过，我的天哪，那真的把龙舟划出了漂移感，啊，就特别窄那种河道，它几乎是擦着那种河道那个边甩过去，我感觉那一刻速度力量都达到了极限。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样子啊，巧克力的黄米巧克力粽，五方斋的，在咱们的一号链接。你那是哎呀，仿佛是感兴趣。没有没有没有。You seem to be interested. 你先尝，你先尝，你先尝。
你先尝尝好不好吃。看着好像挺好吃的，快尝吧。真的，我们可以美味展示一下别的口味。对，哎呀，看着这个紫糯枣泥粒心粽子，好像还挺特别的。哎呀，小时候读书总觉得别人都是太过保守的，我觉得我激进，现在我激进的觉得自己保守，觉得我保守的很激进。激进派觉得不够激进，保守派觉得我太保守。我啥也没说、啊、你别赖我，你别诬陷我，我没说。哎哎，这啊行，粽子在前几号链接，大家跟你自己学游戏拍啊，有从散就是单个的到装盒的，但我估计粽子应该是一样的，装了盒之后它肯定有装盒的成本的。嗯，你要是自己长期吃粽子的，你可以拿这个散的多买一些，因为粽子品质都一样嘛。而且我们找的都是在这个粽子领域相当的有影响力，然后有品牌性的一些产品啊。当然你也有可能您习惯就是您家附近，那您就在您家附近那块买就行了啊。还有现在比较创新的这种榴莲冰粽也有，按照您的需求自己去买就行。好吧，放了一桌子的粽子，没事，一会儿快结束的时候可以把它给大家再过一遍，因为这两天就是大家买粽子的时候，过了这两天肯定也没人买了。也有好多地方他自己包粽子呢，那种其实过节更有意思，你要自己能做的话就自己做，不买。他说榴莲冰粽的价格变了，选头你看一下啊，他说榴莲冰粽的价格变了，你确认一下，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拍贵了的话可以先不拍，然后我们去问一下拍贵的先不拍，然后如果是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买的，他只要在那一段时间之内，比如一般食品或者非食品，他都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价钱，只要是在那一段时间内价格买贵，您放心，我们不挣钱，哪怕贴钱都要给你把价钱退了。所以说到这儿，好像是前两天在深圳专场那个锁啊，因为他现在牵扯到不同平台之间的价格争哈，然后好像是那个锁价钱有变化，只要是买了那个锁的，他在价钱上赠品上，请您第一时间去联系商家，商家全部把这个差价给您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昨天他们买了一个叫啥啥啥啥的一个化妆品，是不昨天好像也是，我刚听他们在那开会说，如果是大家发现自己买价钱是有任何变化的，你可以直接联系与会通信的客服，直接就联系我们，我们一定就对，就我们不会说一直在农产品里，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农产品，我们在农产品领域不会持续的去追求低价，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行业有它价钱成本承受的极限，击穿了之后呢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长期它的价钱压得过低，它肯定会以次充好啊，这是一个。但第二个我们也不会让大家买贵，就如果您买了发现价钱不一样，贵多少我给你退多少，好吧，所以请大家放心的。就像之前我们橱窗里头有的东西，有的人买完发现价钱变了，我们自动就让商家直接把钱给你退了，或者我们自己直接就把钱退了，肯定不会买贵的，放心。他说羊肉粽子啥样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羊肉粽子，羊肉粽子拿个样品吧。羊肉粽子他们俩刚才还吃了，就是南方吃肉粽的朋友你可以尝一尝哈，因为他们俩刚吃完之后说这个羊肉粽呢还挺香的，也没有膻气，因为他用的是羔羊啊，
海鹏，这个好像是我们当时在内蒙厂给大家推荐过一个酸奶饼的那个厂家，我记得，看这个品牌，阿尔巴斯山羊认证羊肉 ，OK， 内蒙古老操，就是内蒙的企业，就是内蒙的企业，嗯，反正我是没吃过，你没吃过，嗯，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有朋友说那个是抖音平台发的券，啊，那也不影响，发的券也可以给大家那啥的吗？我们今天有糯米啊，27.9，然后二号链接有雪糯米。有糯米这个哈，有糯米和雪糯米。对，对，刚有朋友说到那个是有的，就是平台可能会给你补十环，有时候会给你大概十环券。这十环券就看你买啥的。你比如你要买的，比如说它食品类的，最后你不管今天是买了米还是买了奶，你价钱都会低十块。然后呢，比如说它的化妆品类，你不管是买了洗面奶还是买了面膜，它都会便宜十块。它确实会有很多这样的券，我们以前也听说过。山西哪天去？山西啊，山西预计可能在六月中旬了吧，现在在计划。嗯，今天下午再联系几个认识的山西的朋友，因为想着嗯，那两天的嘉宾想请上几个大家熟悉的嘉宾，当地的省厅会请我们，我也会直接找。一般如果他们时间对得上的话，他们也都很愿意的给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宣传宣传，他们也都很乐意的。 OK，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就是糯米对吧，嗯，这一包是五斤，然后这个是黑糯米，这个是，啊对，那个是三斤。其实糯米在什么时候用啊，就是包粽子的时候，就是包粽子的米跟我们吃的平常蒸米饭米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啊，这个我知道。嗯，你知道，你说怎么不一样？会更粘一点。那我怎么看？我看米，我怎么能看出来呢？怎么看？它好像更圆。一个是更圆，但是更主要其实不是更圆，东北米也圆，更主要它是这种白色的，象牙白，发现没？但是普通咱吃的米是不是有一种半透明状？对对对对对。嗯。然后确实这个糯米也能煮粥，如果您在家里平常煮粥的话，您可以煮那种米，你可以两个搭混着煮，因为糯米通常价钱会高一点点哈，但这个算下来不贵啊，5斤27块，那更便宜了，5块钱左右，比有的米啊。然后糯米可以煮粥，煮出来那个粥呢会很黏，很黏糊，然后有一种顺滑感。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包粽子，有时候剩的米嘛是给我们煮成粥，还挺好喝的。嗯，这个糯米呢，肯定就是一些想要自制粽子的朋友，大家可以买了啊。粽子，如果你家里有那个叶子，你就把那个叶子先煮，那个叶子需要煮一下，然后再把粽子那个米啊、枣啊泡，用水泡，泡好了之后放在上面缠着包，然后放在锅里煮啊。煮的时候一般用一个篦子压着，要不然它一直飘在上面，那个水沸腾了就会。让它翻来翻去的时间长，把里头的米就翻出来了，甩出来了就。糯米啊，需要朋友自己拍。当然，你买这个糯米也可以自己在家里边蒸甜饭，比如说你在蒸红薯啊，或者有的人他如果自己习惯蒸馒头的话，你可以用个碗里头放那些甜饭，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层蜜枣，你就直接那样蒸出来，撒点白糖，甜饭。贝贝南瓜。贝贝南瓜。32.8，一共带走4.8斤，是吧？对，4到8个装啊，因为大小不一样。嗯，你看这俩大小就不太一样，旁边这个明显会大很多，对吧？对，这个其实就很适合夏天，就是很方便做。是早餐嘛？把它外面皮儿洗干净，然后籽儿掏，切成这样的小角，放在蒸锅里，可能我估计15分钟、20分钟就熟了吧。也可以在空气炸锅里头烤啊，淋上橄榄油，拧点黑胡椒、海盐，有朋友说想吃那个，我们昨天去年我发抖音那个粽子，其实是家里自己包的，从小时候就开始包，那个粽子用的叶子叫胡叶，就是一个木字旁，
一个角，边角的角，再一个斗，这个字叫湖。那个叶子呢，其实从秦岭啊，但是秦岭再往南也有，然后呢，北到这个其实东北的很多山林，还有北京这燕山山脉全都有，你要去长城，你能见点叶子。那叶子跟板栗的叶子有点像，大概就有边上有那种花纹一般的，有那种纹路，上面有绒毛，那种叶子回家在锅里煮完之后，它有一种清香。没吃过，没吃过是吧？改天我爸妈寄来让你尝一个。好，嗯，他每年都会包。就小时候过节的时候，其实小孩子是没有过节的那种意识的，除非你家里的长辈有意的在营造那种环境。印象特别深刻，每次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其实更开心的好像不是我们，是父母。我母亲呢，其实她常常是一个比较严厉的母亲，但我父亲呢很有生活乐趣啊，就很早就张罗着，哎呀，今年我给孩子包多包点粽子，每年都是多包点，每年都是多包点，包的粽子其实都吃不完，除了特别小的那几年，后来长大没有那么贪吃了。那个叶子要去山上掰啊，然后回来锅里煮，飘出清香，要用两个手把那两个正面对着搓，因为上面有层绒毛嘛，你不把那个去掉，吃的时候会扎嘴。然后再泡好的米豆子枣给上面放蝉，用那个金，就是刚才这黄花菜啊，我们把那个叫金针啊，黄花菜的那个叶子很长很有韧性，煮也是煮熟的，当绳子把那个剂放在锅里，然后煮到熟的时候，它就会飘出非常沁人心脾的属于稻米混合了植物的叶子的香粽子。每年大概就端午节时候，农村很多小学就快期末考试了，每年都那样，每年都那样，所以后来就对端午节充满了期待。嗯，土豆啊，红皮土豆，红皮土豆，云南红皮土豆，15.8块一共带走4.5斤。小时候我会，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做饭嘛，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小时候喜欢吃米饭。小时候喜欢吃米饭的主要原因是，一般情况下吃米饭他都会专门准备几个菜。可能南方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吃面食吃的少啊，因为在北方我们吃面食，第一个就追求效率高，第二省事儿，是不需要准备菜的。就你面和好了，然后擀开了切成这个面条了，放在锅里煮，可能最多放上几个青菜出来，用油泼或者用那个臊子浇一下，汤汁浇一下，是不需要单独准备菜的。就很快就吃完了，非常省事儿，所以就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吃饭都显得那么讲究效率，很少有花很长的时间认真的准备一次饭。所以我以前给大家尝试回忆过那种画面，就是下着雨不能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妈妈才会在台阶上，空气中混合着泥土被雨浸透的那种气息，然后树叶上的水滴，然后汇聚在一起，当树叶无法承受那样的重量的时候，向下倾覆，然后那个雨啪落在地上，树叶又向上弹起，然后在地上流成一条小溪。妈妈在那个平底锅里烙那个煎饼，然后一般情况下吃的菜里头一定有一个就是土豆丝儿，因为土豆耐放啊，然后呢，它又是很常见很寻常，如果买它也是很便宜的一道菜，所以小时候只要吃米饭一定有土豆丝儿，土豆片儿也行，你把皮刮掉，先切成薄片，然后再中间切，就是这样切，切成1/4的这个片儿。切之前要泡在碗里，因为它里头会有那个淀粉，你要不在水里泡一下的话，你在切的时候，你在炒的时候，它那个淀粉就很快变成黏糊，那个越炒越黏糊了。所以不管是土豆丝还是土豆片，炒之前你要放在水里清洗一下，把它横切面的那些淀粉给弄出去。这个土豆很便宜啊，15.8块是吧？刚才是15.8块5斤对吧？4.5斤，7-12，一斤算下来3块钱吧。桃子，应季黄油桃，给，谢谢。我下午吃了一个，还挺好吃的，给你们一个。你这儿还有俩、啊、好的，那你就看俩油桃，慢慢的桃的价钱就会越来越便宜，
但现在还是挺贵的，现在29.8两斤哦，39.8三斤，一斤算下10来块钱呢。嗯，山东蒙阴的。就水果就是这，刚上市的，哪怕就早了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但是它就会贵很多。然后等到一大面上的时候，迅速价钱就会掉下来。就是供求关系，我们以前小时候说价值影响价格，决定价格，供求关系影响价格。但长大之后发现，很多时候好像供求关系会决定价格。供求关系对价格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价值本身。你说桃儿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一斤10块还是一斤1块？你要等它大面积上市的时候，在很多地方真的1块钱都能买一斤桃儿。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回外婆家，当时在商洛那个小镇上，镇上有个集市，其实也就是那一条街旁边有几个摆摊卖凉粉、卖凉皮、卖烙饼的。然后那儿有一个车，一个那种农用的三轮车，上面拉那车桃。我问那桃多少钱，他说10块钱5斤。啊，我说10块钱5斤吗？我说那就2块1斤呗。他说我10块钱起卖。因为它一斤不挣钱，所以你买的多了它能挣点钱。但你比如你只买个1斤2斤，它可能就，就是10块5斤。然后我说这么便宜啊！当时我从我们老家到那儿的时候已经都后半天了，都3、4点了吧。我说你这一车还能啥时候能卖完？他说哎呦，今天卖的不是特别好。反正我记得我买了好多桃儿，可便宜了。但你要说在北京哪能买那么便宜的桃儿？买不到的，对吧？你买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那买菜软件买那一个桃都几块钱了都。薛耀鹏自己拍吧。黄桃很甜啊。我说等苹果的桃。苹果的桃应该还没到时间的吧。算一算我们那年去的时候是几月，你那年没去是吧？你那是入职了吗？我那会儿在自己。嗯，就是已经在公司了。好像是7月多吧。有朋友说我们的杏儿10块7斤。水果就是这，它刚上市哪怕早上一两个星期它就价格很高。然后迅速价格就暴跌，跌到最低点。然后等到大量的供应过去之后，它价格又会慢慢涨起来。因为到后面物以稀为贵的嘛，就。所以小时候书上学的是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后来长大觉得这影响可比价值的决定还要大了。就拿上茶，茶，这是茶是吧？嗯。西湖龙井，明前特级，净含量100克，2.5克乘40包，每包2.5克，那就能一共喝40包。嗯。有一个朋友说：“宇辉，我今天好累，好累，好累，吃点喜欢的东西。如果你想愿意的话，到楼下附近公园散一散步，回来早点睡。或者如果你不想散步，你可以直接睡。或者你觉得你睡不着，心里难受，你可以听一个你喜欢的音乐，看一个你喜欢的电影，你试试。”成年人其实会有很多的情绪是没有办法落落大方的表达的，不像小孩子，喜怒都写在脸上，喜怒都形于色。成年人呢，都是咬紧牙关、握紧拳头的生活。绿茶好像每年，去年就有，然后麦家老师就是在清明前后就送了我2包茶。咱们这个等级是特级。等级是特级。今年我们是在湖北专场的时候，在武当山，麦家老师又给我带2包茶。茶确实很好，但就是我不敢喝。那一喝，我到晚上睁眼到天亮，你知道吗？那我们也可以介绍介绍2号连接的茶具，是吧？但是这看分人啊，有的人是无所谓的。这比较适合送礼啊，288。明白，就是有比较喜欢喝绿茶的朋友，那你就可以在，他们刚说作为端午节的一个礼物嘛，对吧？只拿一样人情好像不太行，分地方，有的地方是人情必须要拿双啊，2个或者4个，有的地方是也接受3个。然后这个是啥？茶具就是桌子上这一套是吧？对，这个是158这一套。158，这种传统色看着很素雅哈。
但也挺精致的。你看，这个是没有冰裂纹的那种，对吧？这个没有冰裂纹。釉质很均匀，就是上面涂的这层釉，杯子的大小适中，然后外面是这种黑色，素黑色，看着让人眼前很静，纯净。我们还有一个茶盘，这个盘吗？不是，另外一个。啊啊啊 ！OK。它是带着这种竹板的，所以你的水是能漏下去的哈。你说去别家端午节去做客可以做吗？对，而且就是人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了，就开始会爱上这些东西。对，以前呢，最早喝就是糖水、可乐，是吧？后来就不咋喝了，然后在其中几年工作的时候喝咖啡，哎呀，老喜欢了。现在也不喝了，就喝茶了。盘儿和茶具一块的啊，薛鹏自己拍吧。158这套。就是总共。对，总共。还可以。然后刚才那个茶我们是288一套，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稍微价格合适的，再给大家上。价格合适的。你不用说，这是基因觉醒了。是你人很多时候他的审美到一定年龄，你看你小时候不太理解的一些图案啊、颜色、服饰啊、纹样啊，突然长到年龄就会发现，哎，比如说牡丹，对吧？小时候觉得，哎，牡丹是不是太过富丽了啊？现在觉得大气，恰到好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茉莉金丝，这叫周顺来茉莉花茶。那天88，那天在深圳完了之后，他们采访，说你特别有没有粤语中特别喜欢的？我说那个叫德贤饮茶，他们叫我当当娘娘，当当娘娘，怎么样？标准吧？标准。娘娘娘娘，我觉得那四个字特别好，有一种生活的乐趣在里头，找点空闲，找点时间。你要不空时间，你生活是不会有时间的。空闲的时候喝点茶。生活的乐趣嘛，对吧？有朋友说这个是一个很老的品牌的，是吧？对，然后我创号于1886年。周顺来商号创号于清末民初1886年，现在是广西，在世界茉莉花之都广西横州市发展为顺来茶叶，经营茉莉花茶的种植、生产和销售一体产业化。点赞。其实北方很多人关于茶的启蒙还真的是茉莉花，是吧？小时候我记得我村里有个小卖部，有个老爷爷开的，家里人喝的茶全是在那个小卖部买的，茶叶好像更便宜，我不知道它叫啥忘了，但它就是一个大概这么长细长的包，然后呢主要颜色是红色和金色的，那茶更便宜。小时候我记得家里然后喝的都是那种茶，小时候我以为茶全是那种味道，茶是有那种花香的，
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只有茉莉花是那样。后来才接触其他更多的茶，才发现茶有很多种模样，有很多种汤色，有很多种芳香，有很多种泡的要求，水温的，甚至具体到器皿的，才发现它是如此的丰富和准确。所以说为什么说是中国文人的心头之爱呢？讲究啊，细致啊，这个打开之后真的花香扑鼻啊，毫不夸张的用词，花香扑鼻啊，迎面扑来的那种花香。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因为广西的茉莉花确实品质很好，而且产量很大，所以它在运制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很多的花香弄进去。你看虽然这袋子里头现在看着没有多少花啊，但是它的花香哇，就仿佛你置身于一大片茉莉花田之中。我说猴王茉莉花茶好像确实是，确实小时候他们抽的那个烟好像也是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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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咱们这个咱们不卖，咱没卖嘛，咱是特级。还是特级，多钱呀？88。对，88。其实没有88两盒吗？88到手，对，两罐，每罐250克。其实小时候我记得我也尝过他们合成茶，但我觉得我给里头放点糖更好喝。跟我爷爷这么喝。你爷爷这么喝，那就充分说明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高级品味和审美，是，已经不是以前一个黄毛小子的反应了，对，是吧？是，哎呀，为我感到开心呀！就在我还没有经历那么多岁月沧桑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加深邃的高级的味觉审美。是啥呢？茉莉花茶放白糖，放冰糖，放黄冰糖。我觉得那真好喝。啥？谁说我老头子？你说我拥有一个长者或者智者的味觉审美，饮茶审美。注意你的措辞，人人都会变老的，对吧？你现在说老头，有本事你以后别老呀，你天山童姥，你有本事你一辈子都长这样，你别变。你说端午节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带上一罐，然后再带上我们的二号链接的茶具。哎呀，那这个茶具是可以随身携带。这一般茉莉花茶大家都没有喝的这么复杂，你都喝茉莉花茶了，你还要拿茶具？哎呀，但是你出去，对吧？你总是比如说，万一我们就是想在外面，我们不想在家里喝，就不想在外面。明白，就是别人拿那种杯子，然后晃一晃，然后让它充分跟空气接触，然后喝一点点，嘴里跟漱口一样，弄了半天，品尝一下，花香。这个单宁物质和香气均匀感、酸涩感恰到好处。请问这是？我猜这应该是那个82年的那个什么什么吧？不是，这是上星期开的可乐，气儿漏完了。就是你拿一套茶具喝茉莉花茶，我就感觉有一点。但是这仍然是你的生活选择。但我就是这样有情调，管我呢，我们茶具是78一套啊，这个还挺好看的，三角形，这样你在喝的时候就更容易漏了。这是方便携带。你看你这样喝多奇怪呀！我们用边上喝。你用边，你用，哎，导演给我个镜头。三角形，如果我是这样喝，绝对茶从两边流一脸，甚至流到衬衫上。你不信，我先给你演示一下。但是我衬衫就湿了。或者我是这样子喝。然后一下又出来特别多的水，然后来不及咽又呛着了。总之这个叫狼狈套餐，狼狈不堪茶具套餐。这个是旅行茶具套餐。你看啊，我给你喝。没关系啊，大家那个风险有人。哎竟然没露出来。
主要是粽子形状的。啊，明白。主要是粽子，而且还是榴莲冰粽的形状。对，对，一会儿有。朋友说厂家打他，你凭啥打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也许人厂家设计的初衷就是这样呢，对吧？全场大家都是拿着杯子，手吃一杯，什么什么，无油吃一杯，赠与爱茶人，然后呢，小口啜饮，不行不行不行，你们都太过平凡了，没有人耀眼。然后我拿着杯子，哇，喝了一口，漏了半口，沿着衣服流下去，全场为我欢呼。全场焦点，你根本不懂。我说洋相还是得你来出，哎呀，过奖了，过奖了。自己拍啊，屏幕里花很香啊。建议看前一段时间买那些黄桃罐头，吃完那玻璃瓶子还在不？在。泡成一玻璃瓶子。给大家上酒。赵远红，浙江绍兴。黄酒。哎呀，你看，你看，这不就杯子就来了吗？这个是哪一个酒庄的哪一年的葡萄呢？这是上星期漏了气儿的女儿红，绍兴的啊，状元红。哎，这个名字很好啊。我在西安的时候有一个杭帮菜的饭店里头，他就用这种酒泡的泥螺，泡的小河虾，泡的螃蟹。还有拿这个泡的啥来着，反正好几种菜就是以它为原料或者以重要的辅料去做的，可香。而且到冬天的时候，你夏天我不知道人喝，到冬天的时候拿这个酒热一下，温酒啊。但是你说嫌它没味儿，你可以留放一个话梅，哎呀立马就好喝了，当糖水一样。你说这个主要是咱过年有孩子们要高考啊，孩子高考结束在家酗酒啊，呵呵，你怎么叫这好的呢？高考结束了，可以可以跟家人一块儿，可以啊，跟家人一块儿庆祝一下。我这个今天只有1200单，只有1200单，卖了多少？卖了175，卖了175单，还有1000多单，然后告诉我只有1000多单。行行，你把马圈的这些专业能力已经学完了，卖了100来单，还剩1000多单，告诉我只有1000多单了。有道理。朋友说要放点姜丝，小朋友来家里喝喝酒，喝啥？哎呀，这酒度数不高，就黄酒，你不好喝啊！我给你再放点话梅。朋友说切点姜丝儿，你喝没事，这没事，这醉不了人。在家里喝，哎，越喝越开心，越喝越开心，哐哐一顿喝的。结果电话接个电话出去了，出去然后几个人说没事，他接电话又回来，过了一个小时还没回来，出去一看已经躺在地上。你知道这种酒啊，就是这种黄酒啊，还有自己家里酿那种酒，煮的时候给你在里头加点蜂蜜，可甜了，喝着真的跟糖水一样。等你一出去吹上一点风，那你就别管了，那你就别管了。还能加蜂蜜、啊？没喝过吗？哎呀，好多人喝那种过了秦岭，好多地方酿那种酒，煮的时候给你酿的包谷酒、高粱酒，完了给你头加点蜂蜜。哎呀，煮的冬天家里没事，闲的没事，煮的很热那种，一觉醒来，好几天过去。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原料在这里。这里有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桂圆啊，还有桂圆呢，枸杞子，还有焦糖色。对，它这个颜色更好看了一些。你看，你看，大家都是，哎呀，自家酿的酒没有度数，你别害怕。一开始都是被这些话欺骗的上的当，我跟你说，你让他这个当必须得上，啊，话教人教不会，事教人记一辈子。怎么可能？我这对吧，打遍全国无敌手的人，我怎么可能会被小小的一杯黄酒给撂翻呢？喝，你喝，你喝，等你喝差不多，你再出去吹个风。教不会他的，
再留给你放点其他的甜的东西，喝着更没有，更不担心了，更没有后顾之忧了。剑锋岛，古代人喝的酒大概率其实应该是这种酒，黄酒啊，或者是米酒，啊、嗯，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喝的这种高度数白酒，它是需要非常精密的、非常密封的这种蒸馏设备才可能产生。现在人们根据史料的记载以及技术的可能性来说，它就算出现的最早，它也至少应该是在元代的中后期甚至是末期才有可能出现现在我们所喝的白酒。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李长安市上酒家眠啊，还有王维经常写的新丰美酒啊，现在新丰就是现在陕西临潼那儿，人家有很多种不同的酒，对吧？可能酒吧一条街啊，各家都有各家的自酿的那种。你说当时李白有没有可能垮拿着这个拿着碗拿着这个白酒高度数白酒咣咣咣咣喝完李白斗酒诗百篇，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因为当时没有那种高度数白酒。当时的就是现在大家说就当时的这个蒸馏设备和密封性达不到。另外李白斗酒，李白喝了一大斗白酒，那醒来医院急救去了，那都酒精中毒了，那搞不好都，对吧？那都躺倒了，那还能写诗？啊，那抱着门能说话，还能写诗，不太现实啊。嗯，薛小鹏自己喝，自己喝啊，自己拍啊，大概率就是米酒和黄酒。我说酒吧条件，那不就是吗？你看这写的新丰美酒啊，只不过你现在理解这种酒吧条件都是里头音响咚次咚次，然后各种闪烁的灯光呀，现代化的这种，对吧？那古代无非就是古香古色的门店，上面挂个酒旗呗，酒旗招展。嗯，那你原本说这个新丰美酒为啥出名呢？新丰美酒肯定不可能是一种酒啊，对吧？那是写里那诗里头大家背过的。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那个习俗啊？我反正我记得我在老家，我还给他们说他们找这个。我们在老家呢，第一个会给孩子的手腕、脚腕上弄这种绳，有时候这绳里头。给你包一点点那个香料，啊，具体的功效不能讲，因为他们担心会不会封建迷信。我觉得也不能用封建迷信的视角去看待一切我们的传统，对吧？大家就是对平安喜乐、健康顺遂的一种希冀。哎，这是我们的习俗呀，咋了？还有比如门上弄一个艾草，艾草今天加了是吧？对。本来没有，我让他们加的，他们说艾草的介绍词里全是违规词，我说你把介绍词删了，你就单纯挂个艾草，谁不知道那是干啥的，对吧？那谁会傻到说相信真的门上挂个艾草就一家人就能怎么样？但是我们一种习俗呀，我们对三号链接平安喜乐的一种希望啊。这个是28.9元，然后预售7天。哎呀，这28.9元还预售7天，端午节几天啊？端午节还有几天？端午节过完了，你给我把艾草送到了。因为早上就拍了一份，这个早上就挂了。如果时间来不及，你就别卖了。另外，这也没几个人卖那么贵，这可能贵的贵在那啥上，运费上。有朋友说我们家房前屋后好多呢，那你就别买啊！你一般多准备一点，给你其他朋友也送一点。艾草你挂在门上，然后最后干了之后剪成小段，到了冬天你泡脚的时候呢，那可以煮水泡脚的。端午节十号，今天31日。预售一星期。它阶梯是吧？预售一星期，发货在3天。就比如说有可能。那就下链吧，别卖了、嗯，因为有可能他收到的时候已经端午节或者端午节过了。好。嗯，不卖了啊。那么就直接把这。但是我只是想提醒你，这些看着好像很小的这种习俗，你其实可以坚持着，给你一些关于节日的暗示。对吧？一些生活的喜悦，你也可能对你的孩子会有一些美好的影响啊。感情的寄托，对感情寄托很重要的。长大之后，孩子对吧？端午节在国外读书了，在其他地方工作了，发现大家没有那种习俗，然后走到一个巷子去买面包，然后抱着那个面包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这个人门口挂了艾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感动。遥知家里包粽子，这个门上挂艾草，你看。那一刻，乡愁得到了具象化。嗯，哎，我先拍单这个门锁啊。这个是3400。这就是前两天那个门锁，然后今天价钱是比前两天降了，而且还据说还多了一个这。
然后如果您买贵的，您去找商家，他给你退差价，你放心啊。我先拍一点。3499，这个就是它的摄像头更高清，然后拍，如果你门口逗留的人，它拍出的更清晰。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开门的模式更多啊，更多的。然后再就是它的就是一些智能功能方面，里头的屏也大一些。然后呢，就是特别是你看，一些显示的清楚，包括变声啊，包括远程等等很多的功能也更丰富一些。对于家里如果有孩子、有老人，或者是女性，真的很重要。我是觉得。3499，好了，价格降了50%，然后赠品多了门槛。相比前几天大家肯定也买了，在这个深圳那天 对吧，相比那天呢，第一个首先价格低了50%，第二个多了两个门槛，然后还多了终身的3天滚动云存。 OK， 这个原来好像他们是要用299去买的，这些现在都有。然后前两天买的没有怎么办？去找商家客服，差价给你退，其他的给你加了。OK， 放心啊，一定不会让你买贵的。嗯。朋友说给谁买？给家里买啊。发现那个门锁按了好几次，直头没反应过来吗？朋友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对，原诗里头是茱萸嘛？那我们现在插艾草也行啊。就是你长着长着，那么一刻会在一个，一定是离开故乡才知道故乡的好，一定是失去青春才知道青春的珍贵。所以说，获得不会教不无法教会你成长，人世间能真正教会你成长的唯有失去。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是有。OK, good, yeah, sure, thank you. 第一个小天才的电话手表，给自己买一个戴手上，别人戴的是什么几十万的，我戴的是什么那种，对，别人是几十万的，就是互相每次话说呢，啊，你好，最近好久不见啊，哼，别人是这样的，你也弄个那，对吧？一见面，屁股翻开，噌噌噌噌给他拍照，也可以，对吧？你虽然有钱，但是我滑稽啊。可以，然后他也可以用 AI 人脸，隐藏式指纹，四大长期密码，钥匙 ，CPU 加密芯片，对，他有芯片 ，App， 然后你也可以双重验证。如果是独居的朋友或者家里老人有孩子的，强烈建议这种双重验证，或者你家里的小区啊。很多人比如说住以前那种老的小区，但是新的小区其实也有，就是整体的物业管理能力比较一般，很多人可能都会面临这个情况吧。我之前在西安住的第一个小区，那几乎就可以说就是当时租房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物业，那物业只干一件事，就是清理垃圾，就是而且必须是放到了那个垃圾回收站分类好的垃圾，他也没有其他，比如说现在有好那种好的小区，它当然物业费也贵啊。就你的垃圾，它是有楼，每个楼下可能地库，我当时住那小区连地库都没有。那个地库它会可能有个垃圾分类站的，就才能更收更方便。很多老的小区或者一些管理物业管理上相对来说比较那啥，可能是没有那些的。然后人员来的也可能相对会复杂一些，这个时候这个点可能就对你比较重要了啊。然后再下，它也可以临时密码，对吧？比如说你。亲戚朋友啊，他来你家里，你临时人不在家，他可以用这个去开门，啊，或者你在装修时候给你送家具了，对吧？你人不在，他可以用这个用一次，避免他掌握你密码的长期进来。然后，当然他也可以用小程序，如果你不想下载 APP 的话。但我觉得这个 APP 值得下，因为他开门所有的记录都在里头。OK， 它更安全、更急速、更省电、更耐用、更静音。OK， 这是当然是相比他们上一代产品哈。逗留抓拍、哨兵模式。就是这几个对于现在大家来说可能会比较友好一些，是吧？嗯，很实用。然后它的安全性也会提升一些。屏幕更大，可以远程呼叫，语音快捷回复。比如说外卖来了，他在摁，然后你可以直接快捷回复说
他就会给门外说话啊，比如说外卖放门口，超清夜市，门外对讲。他也可以把，比如你是女生，你可以换声音，给你换成一个男性的声音那种。然后他里头录制的视频和拍的照片，他可以存储，现在是一直有三天滚动的云存，一直都在，就三天之内的都在。门外的访客啊，或者是门内的，其实都可以通过手机啊，或者门内的屏幕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确实就是更贴心更好用。因为今天有个厂家给了活动，厂家给活动可以给他免单，真的吗？嗯，几个？五个。我卖了几单呀，他就给免单五个。嗯，我有卖五单吗？卖了十八个了，现在可以。哎呀，厂家你今天亏了哈。那概率更大，免单的概率更大，是吧？那是不是我得截屏里头有那个人才行？嗯，对，就是他要下单了。啊。那他下单之后他要回复啥？我们客服会找他。就是他得发个啥我才能截到他们，对吧？对，他下单之后然后再打到咱们评论区里，然后我们在评论区里抽他。如果你下单你在评论区回复节日快乐可以，好吧，然后我截图截到了我让客服联系，最好是点进去点到他的主页再截图，明白。下了单的朋友们行，点到他的名字的主页，大家也要关注。你朋友说我要免单，我没让你回复我要免单啊，我让你回复的是节日快乐呀。大家先关注一下宇辉同学啊。哎，那我刚买的我是不是可以？你也可以，但你不一定能抽到你自己，那你不能自己抽自己，你这属于耍赖。有道理，有道理。一共就五个，我们把这机会让给大家。有道理，行吧。回复节日快乐，但是你得拍了，你没拍肯定不行。那我就随意点一个，是吧？对。但如果那前提是他得买了，对吧？嗯，是。哎，那比如我点中他，他再去买，这种也算吗？算还是不算？不是，你得清晰规则，你要不算就是不算，算就是算，你得问一下厂家。比如我本来就没买，但我回复了，然后你一抽，我说哎，那我赶快去下一单。那这种是不是也能给人面？是吧？你丑话说在前头呗啊！你看这个屏幕确实显示的很清楚啊。开门。一个闲杂人等在你们家门口。失败。出现了，胡乱按你们家的密码锁。验证失败。啊？25800852。我咋能知道你家门锁呢？我这胡按呢。哎，嘚嘚，这时候已经给我拍照了啊。验证失败。验证失败。系统已锁定两分钟，请稍后再试。先给锁两分钟，还把我拍照了，留下证据了。在我们家门口在胡晃，然后在那给我胡按，报警，最后警察也抓了。哎，这咋是我儿子呢？你咋门口？我不知道咱家密码锁是啥。咱家换的锁你也没跟我说，你从董宇辉直播间买你自己就换了，你没跟我说呀？我咋知道咱们家密码是啥呀？你在报警抓我？嗯。水电介绍。嗯。啊。对，那天给大家展示过了，其实现在这个锁它的几个相比传统的锁，其实它好的点就同样的功能也都有啊，但是它就据他们这个所宣称的，它会速度更快更安全。另外一个比如说你可以用密码这样解锁的方式，按井字键已锁定两分钟，哎，又锁了，请稍后再试。然后呢你也可以用这个钥匙片，系统已锁定两分钟，锁的时候你现在看不了，你等两分钟之后吧。然后当然呢他还可以用这个指纹在里头啊，指纹这个按键在里头，在这儿，哎，非常好，就是这块看到没，这就是它里头，所以你手伸在里头比较隐蔽，也不会有人，避免大家一开始看见就一直用手给你试，
系统已锁定两分钟，请稍后再试。先下单，然后再刷节日快乐。哎呀，先下单。我们会对比那个到时候截图的时间。明白，要不然不算，对吧？对。然后呢，当然你也比如说没电了，你也可以用它这种传统的这种钥匙。还有一个就是 APP 本身连着它也能开锁，然后外面一弄它里头这个屏幕就亮了。你看我现在就能看见，哎，宣彤在我们家门口。还有这个远程呼叫，远程呼叫，然后你手机上也会收到呼叫，你可以在手机上直接给它开门，你也可以在手机上跟它说话，你跟我说话，你点你开门。好，我这边说话。你跟我通话。啊，什么意思？你这不是可以跟门外通话吗？这，哦、那这，啊啊啊，这个是要接通的是吧？对，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还不想给你开门呢，你还跟我吵不吵了？跟我吵架还锁在门外面，还想跟你开门没门？道歉，先道歉。然后门里头人说，你谁啊？你个陌生人来按我们家门铃还跟我道歉？先生，这位先生，您是不是走错了？啊，还跟我用台湾腔跟我说话，这个先生没有走错，就不道歉，你给我开门快点。然后就跟人死缠，门里头说，哎，这个人奇怪，你摁我们家门铃还说啥啥啥，还吵不着不吵了门，直接可以拍照，拿着证据找警察。嗯，最后发现，哎，我明明我们家，你们家多少楼？我们家是21楼啊。啊，那这确实是21楼。你们家21楼哪一户？2101啊，这确实是2101啊。那为啥会？然后百思不得其解。说你们家哪一栋楼？我们家3号楼。我这是8号楼。嗯，楼层走错了，楼栋走错了，摁了别人半天，看来对自己家确实不太熟悉。嗯，所以它就是刚才这些功能会更友好一些，也更丰富一些。嗯，就避免了。有的比如说所用的时间久了，它可能在准确性上及时性上会出问题，这个很好用啊，需要朋友自己拍吧。他是得先下单然后再回复节日快乐啊。那我现在就抽了啊，如果您拍了他就可以给您，如果没就不行啊。好，我试一下，来倒数3 2 1。哎，别看他头像，哎，哎，不是你让我手遮，我遮哪儿啊？可以先截图一下。对，截图然后再截。好。刚才那就是第一个啊，咱们抽第二个。赶紧给我一个更大一点镜头，我是不是得闭着眼睛？要以防我作弊。没事吧？你应该也记不住吧？没点，再来，没点住。要点住了，点住了。有。好。点他头像，然后你截图。OK， 反正它叫守正出奇。行。好，这是两个。嗯，两个了，该第三个了啊！大家刷节日快乐就可以，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哦。我可以了吗？可以。哎，点进去了，好了。这人叫琼，就是海南的那个琼字，琼州海峡的琼。OK， 江西的朋友。啊，我要这上面啊！要用左手。哎，这个朋友没有关注我们。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抖音。啊啊啊！我就是，行。我说咱们要关注这，啊，对。来，再点一个啊！嗯，点上了吗？没。点上了吗？没点上。好了没？没点上。我是手有问题吗？还没点上吗？没点上。哎，好，有。好。这第四个。心若 FIE 009。可以，我们会到时候客服会联系大家的。这是第四个了啊。对。再最后一个。那一般可以看到灯牌，要不最后一个选一个有灯牌的我们。有灯牌吗？这个。好像是有的。哎呀。ZHE。它是有灯牌的是吧？可以。好了。好。
好啦，五个，节日快乐，大家！节日快乐啊！门锁，可以退差价，所以请大家放心，需要自己去拍吧。啊，海鸥，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品牌，我想，他们从1955年至今，就是我们给大家，因为也是后台好多朋友在留言私信说想找，然后比如说有的家里觉得，哎，孩子他上了学了，或者高中毕业了上大学的想买一个，但是还也有，当然有的朋友就是单纯送给家人。送给男女朋友，送给夫妻之间的一个礼物，我们就尽量找一些国产的，然后具有性价比的，短期内哈，然后特别贵的那种就不卖了，没必要。它已经，它的可能功能上已经，或者这种功能上已经完全满足一个手表，那种的价钱可能它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正常手表要有的特点了。我们就先不接触了，好吧。哎，我是不是带反了呀？确实带反了，带到另一只手上去了。还有，我还是有一次去我一个朋友家，我发现他家里放了一盘手表，可好看。我说是啥呀？他说海鸥。我说哦，然后我才了解到了这个品牌。邱小鹏自己拍啊，这个是989，啊，也不便宜了，1000块钱的，但是很好看，我觉得，是吧？OK。表带是，表带是牛皮，表底是透底，表扣是真扣，可以防水30米，表壳316L的金刚，表镜是人工合成蓝宝石。这个应该是女孩子用的吧，看它的表盘大小和颜色，是吧？这个应该是女孩子用的表。好，需要自己拍啊。来，下一个。订货盘的时候问了一下大家，说端午节都吃什么，除了粽子就是有很多地方都会吃鸡蛋、嗯、然后二号链接和三号链接会有代理盒的，算是代理盒的鸡蛋。还有朋友说那个啥门锁是要确认收货之后才给免吗？门锁的话我们再问一下商家。对，我看评论区朋友在问哈。湖南常德湘家伏羲蛋保质期45天。鸡蛋其实大家说到，当然是越早吃完越好啊，因为相对新鲜嘛，然后冷藏保存就行。朋友说今天是啥？今天是疲劳嘛？今天还行，但确实没有前两天重要吧。我一回来就失眠了，然后又开了一项会，说确实得确认收货是吧？行。看着憔悴，可能是人本来就憔悴，好像确实是比较憔悴。鸡蛋啊，一共有30枚，多少钱？32.9，30枚。对。OK。然后他写的是这俩字啊。OK， 先鸡蛋。
有朋友说玫瑰茶，咱之前云南厂那次卖那个，不是云南厂，就是那个，在苹果那次卖那个一盒玫瑰那个，嗯，反正是盒还是罐的，反正你有人要，你再找找那个。好的。嗯。玫瑰茶。对。泡水喝呢，他们想。五芳斋的粽子啊 ，This is time owned brand。它有两只五方猪肉粽，然后两只蛋黄猪肉粽，再有两只香甜红枣粽，还有两只润香豆沙粽，还有两只紫糯栗蓉粽板栗 ，OK。所以一共有十只，然后六只是甜的，两四只是咸的哈，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拍。然后如果有的朋友还没有用过平台券的话，这个到手价是52.9。啊，就是平台券的，这个平台券可能就每人 一张，对吧？就有那么几张，如果你用的话，就是它是仅针对于粽子，还是说针对于食品？你可以点开，点在那块哪儿？这个？对，点开那个领取，看到那个券。啊，它是你看美食惊喜的意思，就是你只要买食物，其实就这个券。对，所以这也有可能是大家有时候在发现一些产品价钱低的原因。对对，因为就是。它是平台给你提供的券，其实这个券你具体就是今天买了粽子还是买了鸡蛋，平台其实无所谓的。对。但你要买的可能比如说哎，别人买粽子都是59.9，但你买这一单粽子可能就成54.9了。对。明白啊，那这种造成的差价其实无法避免，对吧？嗯，对。因为它尤其是就完全就看你买到哪儿去了。嗯，是。有可能说买到鸡蛋上了，我这个不用。但这个跟商家有关，商家如果没报这个活动的话，商家是用不了这个，那说明我们这个品牌是报了这个活动，所以才能用这个券。明白。就只要商家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这个钱其实就平台补贴，就导致大家买到手的可能价钱就不一样，就哪怕就现在这一个粽子，其实你们可能刚才买到的也不一样，啊，就有的人这个券没用，有的人已经用过了，啊，他还有满99可以减15的呢，啊，那就是凑单的，不太一样哈，嗯，按照自己需求去拍啊，如果您发现这儿有的话，如果您也能用的话，您可以用这个，他用完券你看宣头没用它就成了52.9了，是吧？对，嗯，人要玻璃的口碑，我们找找哈，券对券应该是每个人就一次哈，每个号应该一次，你如果自己的号用完，你们家人其他人的号你试着应该也可以 ，OK， 十个粽子啊，四个咸的，六个甜的，一共算下来刚才是59.9。如果你用券，它价钱可以实现不同的优惠啊，嗯。如果你有7款券，那就是52.9；如果你有5款券，那就是54.9，看你有多钱的券了。券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就看你可能已经买其他东西已经用过了，所以大家收到手价钱不一样是正常的哈，因为有券的原因。榴莲冰粽啊，哎，这个就是深圳市的。你看，委托商是深圳市的。嗯，我们前两天从哪刚回来？99。有99的和188的。朋友说怎么老卖粽子？那是因为这两天好多朋友他会需要，而且有的朋友他可能时间多一些，看的时间久，看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发现哎，宇辉讲了好几次粽子。但有一些朋友呢，他是。不一定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他可能正好这会儿有时间，点开手机进来就正好想买粽子，他就想听你讲到底是啥价钱，有啥内容。OK， 就是榴莲做的这个粽子，里头用的是应该是金枕榴莲吧？他就说的榴莲果肉大约等于40%，然后是麦芽糖浆水，然后是这个。复配增稠剂，这个所有的这一类冰皮儿的里头都会有的啊，因为它这个冰皮儿会需要。就是金枕对吧？对，这个价钱应该就像金枕，99到手10枚，188到手20枚，这个就看大家自己是否喜欢了啊。后面这些证书，它证书有很多，但是这些证书本身可能。不重要，他又说这个是泰国什么什么什么特殊使用，没有那么重要。
它这有这个检测报告，这个倒是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关于食品质量本身的啊，食品添加标准的合格证书检测报告，这个也是合格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合格 OK。 徐小鹏自己拍啊，这种粽子确实价钱会贵一点，小鹏说黄酒没了，黄酒今天就1000多单，我看看是吧，还有给大家放2号链接，还有40单，黄酒还有40单，放在2号链接了啊。现在这个锅。其实有一个我无法理解的哈，我刚想说，其实，在我们的认知里头，锅哪有那么高的换手率呢？但是好像每一次买锅，他们都说还买的挺多的，大家。可能是就是家里这个就想换，用的酒就想换。88是30厘米的，有锅盖也有锅铲也有锅刷。108是32厘米的，118是34厘米的，128是36厘米。它是根据人多人少去看，其实你要看应该是从这个32厘米往上很划算，因为每增加2厘米只增加10块钱。但是从30厘米到32厘米这块儿增加了20，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商家的策略应该就是想让你重点买下面这几个，上面那个可能买的少，对吧？嗯，我猜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一到两个人都不想做饭的，两到三个人才愿意做饭的。铁锅啊。它下面有这个纹儿，锅底太过光滑的话，真正在家做饭的朋友就会知道，你锅底太过光滑，有的时候呢，放在那上面容易滑。就比如说那个灶头本来是这样子的，你如果有纹儿呢，它这个纹儿就卡住了；如果没有这个纹儿，它一放，哎，可能就呲溜了；或者一放，哎，一般不会往前呲溜，基本都是往后呲溜的。我说看到我卖就想换，那不敢这样子啊，你看自己家里是否缺啊。消费呢我们肯定是要看需求的，要不然你一直买这么多不用，没必要嘛，对吧？有一些报告可以来看，报告它有外观设计的专利的证书，后面也是吗？对，这个全部都是外观的证书。 OK， 这个不重要。然后第二写精选马鞍山钢铁厂铁板，它是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啊， GB 就是国标的意思，所以这个很重要，就说明它的这个钢材本身是好的，没有涂层，这个请大家放心哈。然后再下来这一页的检测报告说的是，看一下，对，还是关于钢材本身的检测，你看经检验是符合国标，经检验所有项目符合国标，所以后面主要是对钢材本身的这个安全性的检测报告，在这一页是它的领域的东西，这个不重要。两年质保，下单即享两年质保，它的这个两年质保是保什么呀？马上确认一下。对，我说提醒一下汉森，真的锅来了。汉森走在路上突然打喷嚏，他说所有的铁锅已经经过了500度高温10小时制化开锅，就是制锡那个制的意思啊，收到清洗然后即可以用了，无需二次开锅啊，就商家替你开过锅了。嗯，开锅还是个技术活，好多人弄不了是吧。嗯，朋友说这个可以用电磁炉吗？我问问哈，但它这个底不平啊，它不是平底的，除非你是那种凹形的电磁炉，它有那种凹形的电磁炉。如果你电磁炉是平的，这个锅底是圆的，本身只有一个接触点，可能是用不成电磁炉的。有个朋友刚才在看重量，30厘米的
1.25千克，那2斤半，32厘米的是2斤7两，34厘米是2斤9两，36厘米的是3斤1两。哎，这个主要还是给你根据人数啊，你不一定非要颠锅的。有朋友看别人颠锅特别帅，自己就总想练颠锅。你别人练的少，你胳膊没劲儿，你就颠不起来。你强行颠的，有时候东西就颠浪费出去了啊，撒出去了就没必要啊。它只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菜炒的好吃。一个锅呢好用，然后呢钢材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他们要平底铁锅。好嘞，收到。记一下，我们也找一找平底铁锅，这样大家在电磁炉上去也能用了。2年吃饱饱是不会穿孔漏水的话，我们是吃饭不行。锅如果两年内有穿孔了，漏水，烧一烧发现嘣里头有个小孔，对，或者漏水了，两年内只换。不修，饼是木饼啊，有朋友刚才问，这是木头的瓣儿。我说这个是纯铁锅，没有涂层吗？是，他们刚说了啊，给你展示一下。你看，关于这个第一个，他说没有涂层，放心炒，它是高纯精铁。然后这个铁是什么铁呢？来，再看这儿啊。它是马鞍山钢铁厂的铁板，实际上是符合国家标准 GB46-4806.9-201， 就2016年颁出的这个标准。然后为了让你确保放心的，他们是关于这个材料做过检测的，所以你看下面都是该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是符合国标的。OK， 所以就说明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哈。然后我们这个收到清洗就可以用了，不需要二次开锅。清洗一下就行，不用二次开锅。大家说平底的铁锅我们记住了啊，但是要找可能得几天。平底铁锅我们记一下，电磁炉能用的。这个是李玉的东西啊，李玉盖儿、李玉锅铲、李玉锅刷、不锈钢锅刷，哎呀，对，真的是有不锈钢的锅刷，都担心这会不会把锅刷坏啊？不锈钢的锅刷，拿这个洗澡，刷疼，刷伤了的皮肤，两年质保，然后再下来，它的锅都已经开过锅了，大家不用担心开锅的问题了啊。电磁炉的话，咱们这个还是偏圆底的。圆底用不成，您要需要我们给大家找一找那个平底的，就能用电磁炉了。对，不需要开锅，朋友们。我说这个锅能换糖吃吗？这个锅能不能换糖，其实我还不知道。但是你敢不敢换糖，你应该跟你家人先沟通一下。谁小时候还没有干过这种丢人事情呢？偷偷拿锅换个糖，最后被妈妈追着满村里跑，边跑边打。但那会儿大家说的都是铝锅，很少有人说铁锅，铁不值钱，铝值钱。我记得那当时，因为你们不可能有银锅或者铜锅或者金锅，对吧？一般锅就是铁或者铝，铝比较值钱，铁不值钱。平底锅说要好一点平底锅，我们给大家找，好吧？但是今天晚上肯定是上不了了啊！大小再帮忙展示一下，大小再展示一下。这个应该是最小。对，那个是30，这个是32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你看，但是30的没有。这是30的，30轻确实，这个是32的。主要是还是看你家里人多少呢。你要长期真的就一两个人，那30适合你；你要是三口人左右，那就32适合你。你要再往上人多，那你就买越来越大的。当然大碟有个优点，就比如有一天家里突然来做客，来了好多人，你想做一锅炖菜，锅大了方便。小锅还没炖呢，锅满了，没法炖了。32也合适，32的话其实3口4口都可以。对，36可能你用不到，我觉得32、34比较合适吧。我给你再展示32和34这俩的大小可能。比较适合你，你在32和34里头选一个吧。32是1.35斤，34是1.45斤。就一个是1斤7两，一个是1斤9两。对，你看，这是还是明显大家能够看到区别的吧？虽然直径上。对。这是最小的。那个是最小的。这最小确实看着有点小啊。你要是两三口人你就买32的，四五口人你就买34的吧，我建议。36的那个确实很大，不需要开锅。
有朋友说再讲一遍拿锅换汤挨打的故事。行。你来根本不是挑东西的啊，你来就是听东西会丢人事儿。谁小时候还没有过一点丢人的经历呢？对吧？人不轻狂枉少年啊，想当年我在村儿，现在也不能回忆了，太丢人了。当时村里卖那些麦芽糖，我们把那叫老糖，干了之后它不是整块整块的，跟黄土块一样，帮根上面切点一称多少多重，然后呢一般你要么弄钱买，你要么弄这种家里的铝锅呀、铝线啊、铜线啊什么的去换，那也行。哎呀，嘴欠，为了吃那口汤把锅给人换了，然后过来做饭发现锅没了。啊。哦呦，那天下午整个村都听见我的鬼哭狼嚎的声音啊那种。后面拿棍一直追。他追不上，他生气，他就这样空抛出去。那一刻那个棍从我耳朵上咻咻咻咻咻咻甩过去。利刃一般割破了空气的声音。本来都跑不动了。有了更强的动力。疯狂跑。他追上那个棍再咻咻咻咻二次飞回镖，我跟你说。所以当时我的生命的安全距离主要就是他在奔跑过程中甩出那个棍儿的有效杀伤距离。所以并不是我们俩保持之间，哎，一米多两米他追不上我，不，那个棍儿能甩几米我就得比他快几米。啊。甚至在跑的过程中还想起小时候的学的一个故事。说什么狮子每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后6点钟狮子要起床了，因为太阳醒来了它要去捕捉猎物。看着哇觉得狮子好励志，再读下一段。羚羊必须凌晨4-5点就要起床开始奔跑了，因为再不跑狮子就醒来了。前面一句励志，后面一句听完感觉好惨，羚羊。我就是那个羊。我在现场，我证明确实棍如利刃从耳旁划过。割破空气发出尖利的啸叫声，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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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几岁的事这不方便说了，好吧，留点体面吧，留点体面。大家还想看36的多大？好，就卖的非常好，已经售卖了4500单了。锅吗？嗯，4500单。这一会儿卖了4000多单锅？对。你们是家里真没锅了吗？他可能想换。你一听他讲就想换锅，你整天换锅干啥？这是36的。你也别嘲笑我，对吧？谁家里没个丢人的孩子呢？嗯。现在拿起来的这个是36的。36的确实跟我跟你。我跟你说，它其实完全应该是小的锅是能填进去，大的锅子肯定可以，你都不用大那么多，你只要大一点点，其实都能完全填进去。你看，对，导演，你从小到大扫慢一点啊。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然后咱们2年质保的话是只换不修，2年之内生锈、穿孔、漏水都可以换。你要是家里人多，而且男性做饭情况比较多，你就买36的。你经常家里有这个5、6、7、8口人，成10口人，你们家一到周末，全家人都回来聚餐那种热闹的，你经常喜欢在家里攒局，亲戚朋友一块来，那你就买大锅。哎呦，你用的场景比较多，你万一炖菜呢？如果你家里就长期就一两口人，你可以买小一点，买30。我感觉30反正像我们这种，是吧？你做饭吗？不做饭啊，所以你骗人买锅，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就够了。所以买了个30，然后等到明年这会儿搬家的时候，我从这个杂货店里翻出那口锅，哎，上面标签还没有去啊。30的给大家看一下 ，A4 纸这么大，不做饭没必要买啊。2年之内有质保啊，生锈的朋友们可以那个换。对，不做饭你就别买了，做饭再买。开过锅了，不需要再开锅了。1到2人的买32啊。我跟你说，有时候锅大体现在啥时候优点？
有的菜你倒进去的时候它显得很多很多，但是一炒迅速一缩水没了一点点了。举个例子，包菜，炒过包菜没？手撕包菜吃过，就是包菜你感觉它是个菜球对吧，然后你把它撕成小片小片淘洗干净了，那么大一盆，然后倒的时候小锅啪一倒彻底整个就掉到外面，然后这时候你翻呢你也没法翻，因为你一翻本来就往外溢，你一翻就更往外溢了，所以这时候你就很尴尬，你哎呀我当时买这个锅董宇辉跟我说我买个最小，不是宣统跟我说我们年轻人就买一个小锅，恨得牙痒痒我跟你说。哎那我觉得好像你这么说3234好像合适一点啊，刚才说30青人券，两个人建议大家买32的，那就你别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半个包菜这小锅都放不下，然后你就只不敢动，你就只能等着把下面炒的炒的差不多，下面那些包菜的水分被炒出去了，它整个塌下去了，结果你等到下面都熟了，然后上面还是生的，还连油半点油星都没见到呢。所以说锅的大小不能以它99%的应用场景来判断，得你1%的场景。你像好多人就非要买个6座车7座车，他一年有至少350天都是一个人拉着坐6个座位跑，但他只要过年那1-2天全家人坐车他发现哎呀哈哈买对了就行了。已经售卖6000单了。锅不就是那个作用吗？你炒过包菜，你炒一次包菜你就知道了好吗，我还骗你，我骗你干啥呀。朋友说分开炒。啊所以你家里朋友来做客你等一下我给你端菜。不是端上，你朋友说哎呀你今天还在。端上了一盘菜，炒的包菜，朋友看，不错呀，这一盘包菜都炒，都端上了一盘菜来，厨房里还在叮叮咣咣，还在炒。过了几分钟，第二盘嘣放这一看，哎呀，不错哎，还是包菜。然后发现厨房还得叮叮咣咣，你再端了另一盘包菜上来，是吧？你还不分一锅炒，你说的大聪明，我跟你说，端上来几盘，分了好几次上菜，全是包菜。我不相信。只要你不是真的做饭每次往起颠，我跟你说真的大锅是方便的。你像陕西人吃面为啥要大碗，我们倒不是说那一碗能吃满。哦这我知道了，因为你要方便搅拌的，那小碗一搅掉出去，一搅掉出去，然后搅掉手上烫手，然后油弄到处都是，妈妈进来给你一拳。所以买大碗少挨骂少挨打。对。对吧，更大的碗更幸福的家庭，更小的碗更频繁的挨骂。碗买不好，我跟你说家里的生活矛盾就变多了，尤其是在西北，你看，所以我建议西北人买碗买大碗，因为吃面小碗一搅啪倒出去了，要么你掉到茶几上，妈妈吃完饭每次收拾的时候边收拾边骂，吃点饭跟嘴漏一样，吃满桌子都是，挨过骂吧，挨过骂吧，或者吃饭啥吃饭给我把手碗端起来，好端起来这样弄弄啪掉手了啊烫，然后这样一甩碗掉点啪碎了，小时吃热饭。其实只需要一个更大的碗就解决了。至于洗的时候，你多大的锅你都不一样洗吗？咋小锅还比大锅能多费多省多大点劲儿？我不觉得，别骗自己。这个锅他们商家声称说已经开过了，你就不用担心开锅的问题了啊。但回去要洗一下，洗一洗。朋友说卡玛王大拍，卡玛王大拍确实是那个感觉吧。锅买大一点，你相信我，你看他们就是非要是跟我杠着来，买那个台灯，我说买399的，最后599卖空了。买锅，我说买大点，非说就非要买小锅。买宝宝锅我能理解，但你买宝宝锅你就有点过分了。你真的，除了大家再举几个例子，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刚说这个炒包菜啊，一个包菜实际上炒完之后。2-3个人也能吃完，如果你饿的话，对吧？炒都很香，放点肉先炒出香来，最后放点蚝油，那包菜很香的。2-3个人就吃完了，端上来其实也就那一盘。但你在炒的时候，当时一菜篮子咵倒进去，你没法翻，一翻就掉出来，一翻就掉出来。结果炒个菜，整个你那灶头上，因为你锅小，你一放菜呢，然后那油啪就溅的灶头上到处都是，然后又是那翻出来的那个包菜片，然后在那灶头上。
然后做完之后你把锅端起来，你发现整个灶头，哎呀，惨不忍睹，犹如发生了一场意外一般。谁让你锅买的小？你锅买的小，油容易溅出来。谁让你锅买的小？你锅买小，你没法翻。我买三四的，我买三四的。你不做饭，你别买。你说的我必须想买一个三四。你又不做饭，你买那干啥？你对吧？你给你家人买那倒是有必要。你整天点外卖的人，已经卖了9300了，大家很需要呀，感觉。我说一个包菜吃四次，那可能是你家里菜多吧。我们有时候一个包菜炒够了，够十全。最大的是36的。我说切啊，就是你看这个大聪明，这个朋友说宇辉说的有道理，所以我买个大的，然后我再补拍一个小的。你是要把我气死？你家里放那么多干啥啊？你为了生二胎生三胎换了一个大点房子，结果也就134平。然后多了几个卧室，厨房小的，就是两个人在里头都挪不开脚。结果你买个大锅，完了不行，宇辉说我再拍个小锅。你看你那灶台上还有位置没？你别听，你就别听，你还电磁炉不建议大家用。这用不了电磁炉，这底是不平的。我们给你找那种平底，过段时间能用电磁炉，再跟你说。与其都背了这个锅了，往大的买，你相信我。你万一哪天家里朋友来你家做个客，你要给人烧个汤，拿那小锅，哎呦，还没弄一锅汤满了，对吧？就是3234的比较合适。3436的。咋又往上涨两个？刚才不是。你就贵了10块钱，但你用的时候是我再举一个极端场景，你在家里现在今天炖了一个蘑菇炖小鸡儿，你锅盖盖着了。啊。同样的锅盖盖着了啊。那个是34的。好。你用这个锅呢，蘑菇炖小鸡儿，估计它大概也就到这个位置吧。嗯。然后你锅盖盖着，里头的那个油的那些煮的时候那咕嘟嘟嘟嘟翻溅，那些水是不是那些水汽不容易溅出来？因为它本身比较低嘛，它就算溅出来是不是也是水汽？嗯。灶台上其实很容易擦干净。买了个这锅，不是你买了个这锅，然后基本上那汤已经到边缘了，然后一煮一沸腾，那汤啪溢出来，啪溢出来，啪溢出来，然后你就擦灶台上。以后不许在家里再炖蘑菇小鸡了，听见没有？但是他二的呢，但是他可喜欢吃蘑菇炖小鸡了。他在家里那几年再也没有吃过蘑菇炖小鸡了。他总是在想故乡，他一放假就想回老家。他说他想家，其实他就想那个蘑菇炖小鸡了。因此你们俩，但你不想去他老家，你觉得太远，所以你们俩失去了好多假期相处的机会。你知道这一切的元凶是什么吗？锅买小了。锅买小了。那还是要买个大锅。锅买小了。那还是得大锅，锅买小的，3422都不够吗？你特别喜欢吃小龙虾，到了夏天，每年他都想着，哎呦，我媳妇爱吃小龙虾，然后他就路过那个菜市场，他给你买了，哎，我媳妇这饭量大，他再叫几个朋友，他胃口好，我们给他多买几斤小龙虾，回来那锅小龙虾一放，一斤小龙虾。满了，然后一翻炒，那油溅的到处都是。然后呢，你们几个朋友还没吃呢，完了，你就买这点啊？啊，我们几个人就买这点啊？啊，那一刻你都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应该生气。你说你生气吧，他想着给你买小龙虾了，你应该笑。你要说你笑呢，我一人吃了三个没了，你给你嘴唇硬币，说你怎么那办这事儿？他也很委屈，我也想多买啊，你锅里放不下呀。你锅里放不下，我总不跟着你炒一锅小龙虾，再蒸一锅小龙虾，再我上来给你吃刺身行不行？那我们就是3436的。哎，整个大锅一次买3斤，随便吃。你听句劝行不行？你还在这犟嘴，你就犟嘴吧，你非要买小锅，你买吧，你不行就不信我，不信算了。是买一万单。我说给你嘴锤啥子？这你都不知道。嘴锤就是这样嘛，就是打在嘴上的锤嘛，就是嘴锤嘛。陕西人把它叫锤头子啊，拳头，就是嘴锤。那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重量。我说大锅我颠不起来，你行了行不行？你每次炒菜你颠的灶台上全颠的都是菜汁和菜叶子，你颠啥颠？你就用人给你礼遇一个锅铲，你用锅铲炒行不行？你是炒菜的目的是为了菜好吃还是为了帅？你要是为了帅，那你就买个小锅，你就整天耍帅，帅是有代价的。你去擦灶台，你完了边擦家里那个边骂。
你们俩约定好了，你炒菜他擦锅，结果每次你端着盘子一点点，灶台上撒一大堆，种他是种，你又不整天拿着他耍帅，你管他种不种呢？你逻辑有问题，我跟你说，你还不听我，你就别听，说啥你还不信？两年质保啊，生锈、穿孔、漏水都可以质保，然后只换不锈的。还有个人说我买多大锅关你啥事儿？你过来。你讲了这么久，你给我来。你小锅人少能用，人多用不成。你买大锅人多人少都能用，用一下你可爱的小脑筋行不行？你好歹让它转一次 ，just for one time, just once, okay? Think with your brain, think. 人少人多是不是大锅都能用？人少的可以，人大人多它能用吗？用不了。所以谁的应用场景更多？就贵了几十块钱。没错，还有李玉有吗？咋了？你就独活儿，你们家永远不去别人，别人去你家都自带外卖是吧？三四个锅有，大家看一下。朋友说农村的大灶锅更好。哎呀，这来劲儿了，这大家为了炒更多的菜，就全从城市搬回了村里。我说买锅能脱单吗？这个属于产品功效的，我们不能讲了。来看三二三四的，三二三四，你咋油盐不进呢？啊，那就是三四和三六。说了个半天，你给我又排三二去了。你相信我，你往大买，行不行？你往大买，你咋？你还有买一大一小的？导演，你找一找谁买一大一小，给我把给我拉黑了。我讲一晚上的，没一个人听。我说我一个是三四，一个是三六。大锅太沉了，你看，炒菜的时候，你没有必要一直颠。第一个，你多少菜是需要颠的呀？第二个，你颠的技术咋样？你心里没点数呀？这说的好像是挺。第三个，颠完之后每次灶台有多脏，你是不清理呀？啊？炒啊，就李玉了过这炒啊，为啥要翻呢？要颠呢？洗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双手拿呢？哦，但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三四的比较合适，万一它的灶台比较小，就是它洗碗的那个。通常这个直径是多少来着？有尺子没？量一下。但是通常的那个碗洗碗池，如果你没有放其他的，这个也能放进去的。你一般都是先洗碗嘛，对吧？里头都空的，你再放的锅。直接就是三六，就是三六厘米，够。那还是够的，能放进去，相信我。嗯。哎呀，你我们这有钻，不是我们有工具呢。那你得去三十六够了，你水槽你再小，你这也个四十吧？哦。四十乘四十的吧，最小的那种了吧？那可以。能放进去。放得下。嗯。你就别信，你就别听我的。行，你买宝宝锅你买吧，你买吧。宝宝锅这个三零。你一个人给自己做饭吧。三零。就说了一整，还是那我家就大，这个大小锅各买一个。你过来，我给你嘴唇。我讲什么就你。明天不需要开锅这个。明天董宇辉被骂上热搜，董宇辉在直播间竟威胁消费者买大锅，不然给他一嘴唇。直接上热搜。哎呀，这不用开锅，商家说开过锅了啊。我说买宝宝锅是让家里孩子做饭。哎呦，这感情这更好啊，从小就孩子培养，孩子干活。我说有人考虑过中锅的感受吗？所以你看，这就是家里老二的那种尴尬。我就是老二啊。一般人们说，要么第一个孩子看书养，对吧？老大看书养，老小当猪养。所以长大之后觉得，哎呀，
对老大倾注情感最多，陪伴的时间最多。It is the time that you spend on the rose. That it is the time you spend on the rose that makes the rose so important. 啊，你在玫瑰上所花的时间是玫瑰重要。我老大，我小时候用心的，哎呦，咋看老大咋喜欢。老小呢？哎呀，老小，哎，总是他小。你跟他争什么？他小，他大你大呀。你跟他一般见识。你让他吃呀？你是他哥的还是他是你哥呀？你看，这是老大跟老小，然后中间老二呢？那我呢？那我呢？那我走。那我走。我刚才两个小锅是一个顶一个大锅。那可以买两个小锅。你这种智商，俩小锅等于一个大锅啊！就考了两个倒数第一，等于一个倒数第二。两杯五十度的水倒一块，等于一百度的开水。求你了，你都这种反应了，你就听我一次吧，你买个大的行不行？不是，我们聊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要买，你买一点五万单锅你干啥去？你跟我说，你家里是都没锅了吗？今晚我刚就给你举个特殊情况，锅呢你通常使用大小其实实事求是对大家来说都够了，对吧？现在很多家庭就三四个人，你要就是三四个人炒几盘菜，你用小锅其实也能够，但是我们不能以绝大多数情况来聊这种特殊情况吧？对，对吧？说的没错。其他东西还行，你说今天没有饮料喝，没有酒水喝的，给人喝一杯水也行，能喝去。但你今天家来人多，结果吃的时候菜不够了，寒酸不寒酸，丢人不丢人，尴尬不尴尬。然后别人最后说，我那天去他家，他我们俩一起吃的火锅，哎呀那挺好。我们三个去他们家一起吃的小龙虾，哎呦那挺好。然后我们五个人去他家，我们五个人去他们家没吃够，因为最后锅里没有空间炒菜了。因为他只能愿意买三菱的锅，等一会儿他买三菱他不听。丢人不丢人？你买吧，你买那小棍儿，我看你啥时候用。36的 1.5。哎呦，那你管我？导演，你把你管我屏蔽一下，快点！我不行，我不能接受我讲了这么久，他还在这儿，那还说你管我？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我们就有愿意。我不尊重，我不管，我不能尊重，我不能尊重。你不能愿意买小锅，因为你反正把钱都花了，你该洗你还得洗。你说你洗小锅比洗大锅轻松了多少？没有轻松多少。但万一你哪一天家里人来多，你要用大锅用不着呢？而且实事求是，你说你小，你看你大锅，我就刚给你举例，三个人的炖的东西，它到这儿，就算溅的话，它也不会溅到外面。但你要用小锅三个人炖，它就已经到边儿了，对吧？到边儿了，尤其最后热气一腾，那锅盖噗一直处于这种快要被喷起来的那种状态，然后里头的油溅的灶台上到处都是，反而更脏。没错。选啥？大锅。对吧？得听劝呀。哎呀，真的是，为什么帅哥的人生这么的困难？是不是长得帅的人天生都是困难模式？讲了这么久，来一个，那我大小各买一个。哇，你看，还有在这说买一大一小，大锅太重了。不是你就炒菜的时候你放的，你手扶着这些锅铲翻，对吧？你再不行你用木锅铲，如果你嫌这样的声音难听的话，你用木锅铲。你谁家里真的整天是颠着勺炒啊？你真是每天颠勺炒吗？你颠勺技术咋样？你心里不知道呀？都颠的灶台脏兮兮的。听劝，听懂。没有，他还在跟我犟，他说大锅长得不好看，颜值太低。好像也有道理。是这，上一个小奶锅，好吧，把大锅链接全部给我下了，不许再买小奶锅。以后他家里过年走亲戚来了八口人，他用小奶锅，一共炒了42次，终于做出了那一天的饭。你等你炒到第42锅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你就别听，你就讲吧。
谁能降过你啊？好家伙，全家谁能说得过你呀、啊？这得亏是咱俩之间隔着屏幕，这要不隔着屏幕能过来踢我两脚，我跟你说。这个火腿啊，原本咱们之前是258，然后今天是有238。你朋友小锅炒的好是。锅在二号链接。朋友说小奶锅在哪？我没有卖小奶锅。真的讲一晚上废了，说了一整都问啊，小奶锅在哪儿？我没有卖小奶锅，小奶锅在这儿呢，看到了没？这，看我背上这么多的小奶锅，看见了没？朋友说啊，买两个小锅，一个炖鸡，一个炖蘑菇，做完一块就倒了。大聪明，你就不给自己留个灶头去炒其他菜呀？嗯，你不烧个汤啊？啊？端午节礼盒啊？238，之前便宜。20块钱，来大聪明。哎，这个火腿够大。哎，因为它确实很大，性价比很高，所以买的人就是聪明啊。小锅炒菜。哎，小锅这时候不行了。我一说你不听我，哎呀，我气得不行，我就是生气。那个锅已经开过锅了啊，你不需要自己再开锅。然后呢，它两年质保，就是两年内只要是生锈穿孔漏水，生锈也保吗？对。确定啊？我们那边问的，然后说生锈保。商家说生锈都保。不保的话，我们就截图，我们到时候截图。啊，哈哈，行。我有100种方法让他明天就生锈，然后把锅寄回去换了。然后回来之后说咋不做饭？家里没锅，锅呢？我寄回去修了。只换不修啊？嗯。寄回去换了，为啥换？他说他不生锈，我就让他生锈了。整个人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电磁炉不能用啊，那个锅因为不是平底的，所以电磁炉用不了。然后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浙江金华火腿，价格比之前便宜了20块钱，比之前优惠了20啊，238，然后2.5千克，整个火腿，这个可以炒菜炖汤，但是不能生吃啊。朋友说生锈都薄就太夸张了，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朋友说我买一个大锅砸烂卖换汤吃，这种天才我都忍不住想给你点赞。你是不是这么多年经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理财，然后月理发现自己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了呀？买个大铁锅，这样砸烂换糖吃的时候能多吃点。那你不买，省的钱能买更多的糖。那是给你的智慧点赞了。我咋说呢？我也是在直播之后长了很多的见识。要么还是说，智慧还得来自于大家呀，还得是你啊。嗯。买个大锅，这样换糖吃的时候能多换点。不买，100多买糖，我们换更多的糖。非要折旧卖废品。学我，我当时换的是铝锅，我可没有换铁锅，铁锅不值钱好吗？这个需要大字拍吧，我看现在还有一个妃子叫拿来，让我快，赶快吃点，我马上下播，我已经下播了，我到时间。我说把妃子叫拿来，然后妹妹，嗯。嗯，假装听不见，就是我就说拿荔枝拿来，嗯，就是汉森妹妹就这样，我说你把飞机拿来，嗯，有那个必要吗？有那个必要吗？顾左右而言他，我平常让你们也吃了呀。但是没听见，你也不用看天花板那样的假装吧。你刚看到他了吗？我没看见。你看到了吗？好过分，剩下小个的看到了是吧？我说荔枝呢？嗯，好像我们直播间的主播是从天而降的一样。商家回复。哎，给个特写啊，快！回复啥？生锈，生锈穿孔，
免费换新。哎呀，商家呀，你是还是没经验啊，还是有些稚嫩。接下来就是体现大聪明的时刻了，我让你看一下你的锅是怎么生的锈。哎呀，这个是椰汁啊。对，我们椰汁也有。椰汁给大家放上吧，林姐。你看他一点都不接你话，看见没？他说咱椰汁也有，嗯。哎，不是，贝斯是那种比较腼腆的女孩。不是腼腆，是性格问题。他说椰汁的时候，你拿一个椰汁，是反应问题，这两个互相不矛盾的。对，反应。我性格比较内向，所以在奖品的时候从来不敢拿样品，是吧？从来不敢展示样品。哎，刚才有朋友说用来用具还是大哥好用，你得到了认同。谢谢了，谢谢了。很多时候你特别努力想把你的故事讲给整个世界听，到头来也许只有一个人表示理解。很多人。但这也就够了。我说的很对，所以他买。我说的很对，所以他买了小锅。他买，没说。我说的很，你说的很对，所以我就想买小锅。荔枝54.85。54.8，4.5斤啊。你就降吧，谁能降得过你呀？嗯。然后椰子水是在2号零钱，24.9。哦，我有那个券，29.9。2号零钱。椰子水，你看炫通的券没用，他这就可以减5了，满29就减了5，还挺优惠的啊。我跟你说，小锅打人比较顺手。哎呀，这个我们可不兴说啊，你这是个人行为，跟平台无关啊！你别最后把我连累。哎呀，快来，有下尾了。来。Hello， 晚上好。哎呀，到吃夜宵的时间了。虾尾啊！啊。咱们1号链接的虾尾。还有荔枝呢。哎呀，没了。生活条件可以啊。必须的。到了晚上的时候，给你也来一杯。他们说爱情美好的模样，哎呦，谢谢，切痛了杯，切，哎呀，他们说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你在吃龙虾的时候，有人为你剥虾。一般你是愿意做被剥那个，还是愿意剥给别人那个？我都不愿意，因为我不仅吃它过敏，我就连手碰它我都过敏。哦，那我碰也过敏是吧？对，我手指都会肿，会痒。那今天无福消受了。哎呀，对。来自于洪湖这个当地的小龙虾，哎，我小时候很馋。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夜市边就有很多这种摊儿，有好多这种这个种小龙虾的，然后小龙虾的。哎，那个一到晚上夜市人非常多。这款是没有虾头的，冷吃的这个。这是冷吃的是吧？如果加热的话可以吃不？不行。啊，真的。原则问题对吧？嗯，人说了冷吃就是冷吃，懂了。温度高一度都不行，这个如果你要买回家，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能吃，不能，夏天温度太高。对。啊，所以建议就是冰箱里取出来，冰块冻得梆硬，马上，哎，直接生嚼，生嚼，还要化冻吗？那化冻之后就不是特别冷了。对呀，这还满足吃的那个需求吗？建议在冬天冰箱里取出来直接吃。哎，对，你看这个第一有季节要求，嗯，第二有那个地方要求。如果你要太热，把海南不建议吃了，不要拍了，别拍。南方朋友不建议拍。那就海南的可以拍我们2号链接那个。哇，它这好辣，挺辣的这个。对，那你要不吃？哎，我可以，其实。这个是2号。这个是冷吃的这个虾尾，对，蒜香的和这个香辣的，辣度我觉得两个嘶哈吧。嘶哈是我方面对辣的定义，一个嘶哈就是两个嘶哈，哎呀，嗯。肉质很弹，肯定是液氮速冻的，怪不得这么冷，拿液氮速冻的，主要是保那个鲜度啊。你闻那个味道会过敏吧？闻着没事。啊，我说上给你个嘴唇，你给我干啥？这宣彤说的这是冷吃的，宣彤是跟你说的冷吃的。
我说的。你看，罪魁祸首在这里，好吗？你找他呀，冤有头债有主的，你欺负我、就是。嗯，不要加热，因为这是冷吃的。没错，你想加热，你买热吃的呀。宣统是我们的幕后黑手啊，所以这个任何问题直找宣统。重新定义，重新定义幕后黑手。宣统上班两年树敌无数啊，嗯，要还是要先解冻，不然的话比较费牙啊。它这个呢，辣度还可以，微辣。然后给大家看的那个大小啊，你看这个还是挺大个的，你可以也不用剥，拿牙一颗直接带就行。主要是干净，看肚子这儿，你看刷的挺干净的，拿超声波清洗。朋友说：“那我坐在冰箱里吃可以不？”哦，可以。冰箱够大呀。冰箱得够大。智慧，智慧，冰柜。吃的时候能做好万全准备，把空调打开，打到负十六度制冷。负十六度啊，十六度。我说你这空调能制负十六度，你这那属于冷库，冷库的级别是能这样的。对，坐在冷库里猛尝。哎，这冷库里你端着龙虾，他说你冷库，你无情，你无理取闹。他说你也冷库啊，你也挺冷库，你也在冷库里，还真是，嗯，很应景。哎，主要是这一款的话，到手的话来看啊，是九袋，99块钱到手九袋，很长久啊。每袋的话11块钱，肉质很饱满。然后呢，主要是比较新鲜，给您是当地煮完之后做完之后马上头一波给您做过来的。嗯，有朋友说，据说冰冻荔枝更好吃，这谁骗的你啊？啊？他说：“据说冰冻荔枝更好吃啊。”他们说荔枝龙虾还可以，为啥冰冻更好吃？估计被谁忽悠了呗。这冰冻的咋吃？嚼不动，嚼不动，做不开都。当年这个谁刚说的荔枝龙虾？荔枝龙虾能吃吗？哦，哎，可以吧？你可以尝试。咱们今天就这样呀。这估计跟刚才吃那个羊肉粽子的朋友是同一位吧？那个羊肉粽子，我觉得你也，你咋不尝呢？你们内蒙当地真的吃羊肉粽子？那是内蒙企业，你都不尝？是内蒙的粽子，就是内蒙的企业，你还不信？内蒙吃甜粽，我不相信。哎，可以尝一下龙虾。哎，我个想法，龙虾就是把那个糊剥了，把龙虾肉塞进去，外层是嫩的，饱满汁水的，里面是有点微辣的，有点嚼劲儿。他们说真的冰冻荔枝更好吃。镜头另一端，他们那个师傅，我说了半天他也在镜头家啊，他怎么不信？老师，你不管管他？可能就是爱情的模样吧，就两个人各抢各的。不是，你们在以前上学的时候班里没有吗？有啊，好多啊，跟爱情都没啥关系啊。嗯嗯。班里，然后班长在说个啥？我说，这故意在捣乱。班长，然后再说一遍，我们班一会儿让让让。哦，班长这，班长还不能发火。对，班长是有修养的人，我们没皮没脸嘛。谁知道把班长逼疯？班长。班长摇，让我们班一会儿再说第三遍。班长去找老师，班老师你不管对，这班长我不当了。班长半夜起来拍大腿，那人怎么这样的啊？这说都不听啊，不知道他有病啊。嗯，他们说冰冻荔枝好吃。哦，冰冻荔枝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啊？然后他们就，我再好好跟你说一遍啊，有回冰冻荔枝真的好吃。哇、wow, ，It's so 哦、oh, ，真的好吃吗？ Oh, 天哪，好会吃啊！啊，啊，以后我再说第三遍，冰冻荔枝好吃。啊呀！啊，他的镜头低。老师，你就不管都有会。评论区21位班长猛跺脚。嗯，说不听啊！他们说啊，他们真的很认真说，真的是冷冻的更好吃，带皮冻。有人说剥完再冷冻，这个不就里边有冰块吗？这你知道叫冷冻荔枝，冷藏荔枝，放冰箱冻完应该会开裂，是吧？哎，它如果放那个冷冻应该会裂开吧？它那个水分不会结冰了，就热胀，不是的冰膨胀了是吧？对呀，膨胀。嗯，不知道，试一试，尝试一下。嗯，
冰冻之后冻得梆硬都咬不动的那种好吃。哎，那为啥梨冻了好吃呢？那是化冻之后的。哦，也有道理哈。梨冻硬了它也不能吃是吧？怎么回事？还跟着那也难免，因为当年读书的时候我是副班长，随着思路很多时候跟他们一块走。捣乱，副班长那个是捣乱的。捣乱的，对。啊、捣乱，班长不干了，自己当班长，然后最后又被别人欺负，屠龙少年长出龙鳞的故事。社会是个循环，人生是个循环。他们说当做冰淇淋吃啊，广东都这样，就是冻得梆硬，咬也咬不动那种，好吃。明天我们给你试一下，明天你来上班。你咋不是？我已经少了几个牙了。明天他上班，给他尝试一下。对对对，我们今天晚上给你。你这样，你现在开始冻，冻到明天差不多，就是嘛，23个小时。也许就是冰淇淋的口感。您说的是冰镇一下或者冷藏一下吧？哦，人家说就是冷冻，就是冻的、就是、冷冻，冻成一个冰疙瘩出来冒着冷气那种梆硬那种。他就说是冷冻冰沙的口感。今天晚上给你冻，明天来了你上班就能吃，冰冰凉凉。可以，马上安排。这个听着没有那么黑暗。Well, is that so? 人生要勇于尝试。哦，你先来。我觉得这个说说一般人吃不动，只有纪晓岚吃得动。因为他铁齿铜牙嘛，只有那样的人能可能动弹。你看冷冻，哎，真的是冷冻，或者冷冻之后再给你打一下，打成沙冰那种。广东的朋友门牙都这么好吗？大字能啃开它吗？嗯，他说香蕉冷冻的也好吃。哎，这个确实，这个我。香蕉还能冷冻，冻得梆硬，冻得梆硬，往桌子上一敲，梆一下，桌子敲了一个豁口。放到厨房用刀砰一剁，刀上掉了一个圆豁口，一个豁口，是吧？我不信你的天！生气，香蕉啪一甩，啪别人脸上打个红痕迹，那样更好吃，更好吃。Are you sure？ 他们很认真。Are you sure？ Pretty sure， right？ Pretty sure。You sure？ Right？ 晚上出门，黑暗中有敌人，或者有什么歹徒，香蕉一掏出来，武器，甩一个香蕉，对面打翻一圈，然后再飞回来，还回旋镖。哦，香蕉放门缝里，夸一夹门直接夹掉，香蕉没事儿，没事儿，因为冻得梆硬。你确定这样更好吃？我确定，咱俩确定。明天我说广东的朋友负责人告诉你确实好吃，广东的朋友看来确实火气大。哎呀，真是，怪不得每天都喝凉茶。哦，你看香蕉、荔枝都是冻成冰疙瘩，冒凉气吃。我都很害怕，咱在广东吃。其实相比这种，我更羡慕的是他们的牙口以及肠胃。铁齿铜牙呀，就属于是。来自于，我下班了。啊，行。打啥呀？不想你离开呢。那我想离开了。对，他们都把叫我把这冻成冰疙瘩吃了，我还在这干啥呀？我讲了一晚上，他给我买了个小锅。聊了一晚上说你只要冰冻着吃都啃不动啊。哦，他们说是不是保存能放时间更长，对对，所以就废牙，人参人选一头拿出来之后稍微化冻一点。本来你这样新鲜的夸夸一会儿坐这吃一盘，嗯，冰冻放嘴里先吐出来，吐在手上，然后发现很恶心，算了再吃一口。这样半小时就吃了一颗，啊！我都不吐出来，我还吐出来。你把它冻成冰疙瘩，放嘴里硬冻啊！就是不吐出来。他这样有好处，别人抢不过他，他吐完之后，别人就不敢吃了。别人说都给他吃吧，都给他吃吧，他自拿走。他是会吃的，他只通过一颗荔枝，便占有了所有的荔枝。不是，我就是好奇一下，不是，我就是好奇一下广东朋友的。口腔结构，嗯，冻成冰疙瘩的荔枝还能剥下来皮儿然后放嘴里。你没事吧？好吃吗？没人说起来，我在想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吃的方法。我不行。
那你可以等一会儿看大家有没有回复合适的吃法，正确的合适的吃法。我说你在乱讲，我哪乱讲了吗？没有乱讲。他们说我的牙都是搅拌机，在刚子刚子打碎它。他们说一口一个，那是直接咽吗？就是我在想啊，这种因为水分应该是在96-97%了，可能对上升高。你要冻成硬疙瘩，它就是一个大冰块，大冰碴子，一口一个，一个，最后本来是一个喉结，最后这成了三四个喉结，全怼在一块了，排上来了，到嗓子眼了。哎，对，而且如果你要冬天的时候，不会粘住吗？是吧？就像舔舔铁门，对，冬天东北铁门一舔，哎，接舔了铁栏杆，可好吃了，一舔，哎，舌头粘住的那种。朋友说这就跟冰棒一样，那你们吃雪糕吃冰棒不也那么吃吗？啊，朋友说冷冻一下，谁叫你冻成冰疙瘩？那怎么那叫冷冻的呢？那叫冰镇、啊，那就冰镇的好吗？对呀、啊，冻的。他们说在广东冷冻这个词就这么用的呀。朋友，冰镇的意思就是。用冰去刺激一下，然后取出来，但它还是新鲜的这种状态。冰冻的意思是彻底冻成了冰疙瘩，打成沙冰、啊。你要冻成冰疙瘩，你去打沙冰，搞不好把刀片都给你打烂了。但现在好像就是没有说那种该怎么吃。朋友，你要不要再纠正一下，到底是冰镇的荔枝还是冰冻的荔枝？就是冻。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right? 这个人说滚吧，下班。行，再给大家过一下。他让我滚。不是。啊，他现在很为难。给大家过一下粽子。啊，还有粽子，对。然后我们给大家重新讲。好，用擦桌子。先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的这个粽子啊，来。好，来。这个是礼盒装的，大家可以。送人的时候用，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包装上比较简单，但是粽子本身品质也非常好的那种散装的，然后那种可能去自己吃的时候会更合适一些。广州酒家的盒子拿来，那必须得，那没有样品，还有样品你不拿我怎么展示？我们给大家找了好多种不同的，因为各地对于粽子的习惯确实不太一样，口味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各地的品牌不太一样，其实品牌的背后呢可能就是当地人口味上的具体差异了，一个品牌和一个品牌造出来的它都不太一样，然后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我们尊重，对吧？比如把荔枝冻成冰疙瘩直接放嘴里、哦，一口一个，一口一个的，它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没错啊。广州酒家的，然后45块钱，里头有4个咸的6个甜的，非常经典的广味儿。然后这个甜里头分别都有。它有风味肉粽，风味肉粽是咸的，它有糯米、水、猪肉、酿造酱油等等，然后有蛋黄肉粽，然后接下来这是咸的，风味肉粽两个，蛋黄的两个，然后再下来有4个金丝蜜枣粽，它主要就是金丝蜜枣、白砂糖、糯米、水，然后还有2个豆沙粽，就是糯米、水、红小豆、白砂糖。OK， 这是广味的，广州酒家的啊。好，第二个，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个是。知味观，对，49.9块，然后带走5咸5甜，这还有两个蛋、就是有2个咸鸭蛋，对，2个蛋不是粽子，2个就咸鸭蛋，然后5咸5甜，一共10个，49.9块算下了一个4.99块，不到5块钱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礼盒，而且这个据说也是一个很受当地人欢迎的一个品牌，我今天听他们讲，所有的粽子都是精心挑选，在当地很受认可的，嘉兴的，然后它有肉粽。然后细沙粽、蛋黄大肉粽、东坡肉粽，还有高汤火腿黑猪肉粽，还有五谷杂粮粽，以及龙井茶香红豆粽。哎呀，很有浙江风味啊！可以，清新的茶味。对，接下来还有一个叫真真老老，这个品牌呢，大家看到下面这句宣传语啊，我们不是确实不敢说，有点害怕。感觉就是奔着违规去的，对啊，中国人啊，嘉兴著名品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呢，真真老老也是49.9块，然后一共带走8个粽子，它就是非常传统的工艺，因为他刚才提到了这个 time honored brand， 所以说明他们品牌历史很悠久，历史既然能悠久，能存留到现在，说明当地人确实喜欢呀，有一批忠实的用户啊，有一批忠实的食客，就是喜欢这个味道，5甜5咸3甜。然后这个5咸3甜都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这儿没写，哎，
找一找有，里边有，来看一下。嗯。OK， 需要朋友自己拍啊，因为粽子可能就是这两天，你要买晚了，端午节过完了，粽子送到了。这里有古法大肉粽，啥事都赶不上你呢。古法大肉粽一个，古法双黄肉粽一个，古法腐乳肉粽一个，古法笋尖肉粽一个，红豆蜜枣一个，桂花蜜枣一个，红袍豆沙，红袍豆沙一个，然后板栗肉粽一个。OK， 结束。That's it。然后接下来还有个吴越斋79.8，一共带走10个，4个咸的，6个甜的，然后纵享好礼。哎呀，你看这个盒子看着非常好啊。这个礼盒很大，送礼有面子。哎，这面子跟盒子大小没啥关系啊，我觉得。然后五花肉粽一个，五花蛋黄一个，然后双蛋黄五花一个，哦，就多个蛋黄。然后呢，腊肠五花一个，梅干菜五花一个，这是粽子呀。腊肠五花，这是粽子呀。行吧，应该有它的道理的啊。雪糯米豆沙一个，然后呢，黑芝麻核桃粽子一个。红豆蜜枣一个啊，听着很健康啊，这个。对，听着应该是有它的。适合老年人。应该是有它的道理，就是杂粮的感觉。黄米豆沙一个，然后再红豆豆沙一个。行吧，这确实很有特点啊，就是这个啊，是吴越斋的是吧？嗯。然后接下来是海盆的。羊肉粽。海盆。你看，你看，这是不是内蒙古老字号？啊。你看下面，这是不是内蒙古老字号？就最下最右下角这儿，你看看到了没？内蒙老字号，给炫童上俩羊肉粽，好吧？炫童吃完下班啊，128、122，一共8只羊肉粽，里头肉含量很多，所以他们总结叫大口吃肉，然后吃完这粽子去参加那栏目大会了。摔跤炫童榜上有名。这个比较像那个羊肉抓饭。羊肉抓饭，哎，对，内蒙的粽子，最后发现新疆真正的用户在新疆啊，然后再下来还有五芳斋的这个八粽八味儿。豪华真理啊，169.9，这个确实就贵了啊。然后它里头有黑松露，哎呀，哎呀，天啊，好高贵啊，这个啊。当然可能含量不多，非常低的，我不知道，胡说的。原汤大肉粽，原汤蛋黄五花肉粽，紫糯枣泥栗心粽，紫糯枣泥还有板栗，大黄米巧克力粽。这个送外国人也非常适合呀。外国人原来挺喜欢中国美食的。白糯红豆西沙粽，原汤化缘，不是原汤化缘，是原汤南湖菱五花肉粽，大黄米黑芝麻核桃粽，很丰富。你这一天五谷杂粮粽子全吃完之后全齐了。刚才这些都是礼盒的，都是送人的，接下来我再过一遍，散装自己散装的，对啊。我们把那一个配料读完掉出去了好几万人。我猜掉出去的习惯大概率可能是北方的朋友，我听不下去了，对吧？大家可能去冰箱里取冰冻的荔枝了，冷静一下自己。虽然自己很难受，但是我要克服，因为广东的朋友能这么说，他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有道理的啊。而且你看董宇辉这小人嘴脸，这样的语言挑衅和极尽讽刺，你看人评论区，广东的朋友仍然保持了很好的个人修养。对呀，他没有素质，你看。董宇辉很好啊，他确实很好吃。你看人也没有破口大骂，对吧？你说我早破口大骂，应该非常礼貌。这么有个人修养的人说出来的应该是胡说的吧。我试试去，我试试去啊。来接下来散装的，就是但是散装不代表它的品质不好，它只是在包装盒上的区别。26.8，它有鲜花加豆沙，这个鲜花就是玫瑰 Red Rose 鲜花豆沙，一共8个啊，彩云之南风铃摇曳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在西南地区的高海拔，阳光穿透云层洒向大地时候凝于花瓣上的那一抹香甜。OK， 接下来是真真老老，他说一年卖出1亿，加之西珍古法才好吃。真真老老39.9或者49.9，4个甜的，4个咸的，高汤入味儿。它有双黄肉粽啊，当然人是不同的啊，您可以点开详情页去看啊，高汤提鲜的。经典红袍豆沙粽，这也是用高汤做的吗？这个呢，我的价值观崩了，我的世界崩塌了。红袍豆沙也是用高汤做的吗？它应该只有肉粽是高汤吧？肉粽是用那个，但是它这上面写的也是高汤提鲜的。它可能用的是那个
豆沙的没有汤了吗？它可能是没有单独的对印证。对，明白。你要肉粽用咸的，我能理解。就豆沙的，然后也用了肉。你也别说北方人，南方也接受不了。说实话，我求你，你放过我，就是我以后我也不为难你了，好吧？咱俩行不行？相见吧，咱俩各退一步。咱俩行，各退一步。对不起，对不起，岳东，对不起。难得这雨灰服软啊，真老老，真正老老。豆沙粽里头用的是肉高汤。思念，思念，名字写多好，思念，每逢佳节倍思亲。哎呀，五黑粽是和老人，怒我香醇软。哎，49.8一共带走10个，5个黑的，5个红的。那、这全是甜的，对吧？对。哎呀，这个适合北方的朋友，5个黑米，5个红米的，49.8算一下，一个就5块钱，零添加蔗糖。然后再下一个是。榴莲西施，行，这个新式吃法，榴莲西施是，冰粽，这是啥？李玉的吗？李玉的，冰棍儿，十加李玉一个冰棍儿，啊，然后10个粽子，啊，几个与粽不同，82块一个算下来就8块钱，因为是榴莲的，它成本比较高啊，40%以上的榴莲含肉，果肉含量就是那啥粽，还有一个吴月斋的，没有样品，没有样品，没有样品吃完了。不知道，很腼腆啊。27.9，4个啊，这确实也不便宜。其实，看自己的需求吧。既然散装和礼盒都有，然后如果你要送礼的话，你带个礼盒。但是如果自己吃的话，散装挺好，尝一尝各地美食。他们说确实啊，所以那个豆沙粽就是用高汤包的吗？他们说豆沙就是要中间放一块猪油才好吃。啊，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咱们想拆一个，咱解解密吧。对，你们拆一个看看。这能这已经。这要还要蒸吗？蒸可能现在咱可以先拆对吧？有一个朋友说，雨慧错过了肉粽，就是错过了1亿。陈安贫乐道，好吧，我穷有穷的道理，人生有时应该要错过是吧？哎呀，这错过才给了人生更美好的体验呀、啊！咱有盘子没？给雨慧拆一个看看，这个豆沙肉粽到底有没有这个猪油啊？你拆的那个是什么？我拆的这个是经典红袍豆沙粽高汤提鲜，什么什么锁鲜，这次我不能提啊。他把猪肉的味道牢牢地锁在豆沙里面，雨辉已经浮现出了期待的眼神，我看出来了。为你，你看他双眼写满了期待，说这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一定要第一口就要尝到。他这样的表情一定是对美食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向往。说实话，真真老老在嘉兴是一个很有名的牌子。我以前在嘉兴的这个服务站，每次吃两个牌子，一个五方斋，一个真真老老。哦。而且好多年了，1950几年就开创了。也不是说粽子用英语怎么说，就是粽子，粽子就是拼音粽子。对。因为英语就没有这样一个对应的 counterpart， 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到，没有这样的食材。哎，考试很可能会写到传统文化一类的、传统节日一类的，比如说，哎，你的好朋友 Jack， 对吧？你的好朋友 Katrina， 你的朋友 Tom 要来。你家过端午节了，请你给他写一封信啊，告知他端午节将会有的活动。比如说端午节，在这一天呢，我们不仅能吃到传统美食粽子，我们还可以去看龙舟比赛，龙舟比赛可以去参加龙舟比赛。你看，既能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大家想到了一个句式叫做 "Not only, but also"， 非常好。所以 ，Not only can we try a traditional food， 逗号粽子，对吧？粽子。然后呢 ，but also we can。See Dragon Boat， watch Dragon Boat Race， 对吧？我们可以看龙舟比赛，或者 We can attend， 我们可以参加 Dragon Boat Race。记下这个句子，就是传统节日。你发现，只要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就是都可以这样写。比如说这个，这就为啥之前给大家说，虽然清明是传统中国四大节，但是考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呢？你给老外介绍那天，我带你去。他不太能理解啊，他没有这样的习俗。对，至少这个在考试里头写，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不能理解。然后呢，你比如说，你看端午节就是大家参加龙舟比赛吃粽子，你看有活动有吃的，大家去，比如说中秋节，你的这个什么什么好朋友，Peter 想要来你家过中秋节，你跟他说，你不仅能吃月饼，你还可以去跟我们一起赏月，对吧？Not only can we try mooncakes, okay, for the festival, but also we can admire the moon, 对吧？赏月。
如果是春节，比如说我们不仅可以去吃团圆饭，reunion dinner， 我们还可以放鞭炮 ，get a lucky money 啊，压岁钱，抽压岁钱，对吧？放鞭炮，你在哪放的？去报你啊，就是我在乡下，在乡下，哎，是是是，乡下乡下也不允许放，有的地方是可以放的啊，对。然后呢，可以啊 ，but also we can play firecrackers， 可以吧？然后再下来，比如元宵，就是几个节日烤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比如说元宵，我们不仅可以吃汤圆，我们还可以去参加看灯展，对对吧 ？Not only can we try， 叫做 rice dumplings，rice dumpling 就是汤圆米做的汤圆，他们就是英语直接这样翻译的，或者直接用汤圆这样的拼音，因为对应的英语中没有那样东西，所以就有什么拼音的。然后 but also we can watch the lantern show， 或者说 participate in the lantern show， 对吧 ？Enjoy the lantern show， 有可能会考到这一栏话题的时候，你知道咋写就行了。OK， 然后关于这个豆沙味的粽子用高汤做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彭彭给大家揭秘吧。行吧，辛苦了啊。啊，要走了，那么直接告诉你答案吧。其实真的是有的，真的是有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来，你走之前这个不带遗憾的走吧。他这个真的是写了糯米、饮用水、豆沙馅。好，注意第四样的这个成分就非常复杂了，叫食用猪油。然后呢，白砂糖。大家注意，最后一个写的啥？他重点给你写了高汤。高汤什么汤呢？饮用水、猪肉和鸡肉，是不是对它非常的充满了期待？打开看一下，他上刀来，他应该是有他的道理，是他的道理啊。学童盛情难却是吧？学童，学童，你就是今天非要报这个仇是吧？学童，学童，什么？你那天让我吃小王八？学童品质是好的，学童从来不报隔夜仇。学童说还有十二点之前，这仇必报。己所不欲，你可一定得施于人呐、啊。就是啊，啊，不是，就是打开看。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让你吃。勿以恶小而不为啊，是吧？啊，勿以恶小不为啊，你这啊。我没有让你，就是看一看。跟我说那个啥，肉粽好吃，傻瓜，我就是傻瓜，我就想当傻瓜。爸爸还要逼你吃一口再走。他们是会为学童报仇的。我这样，我给这个余晖。不过咱这个切开之后，能有那个肉味吗？上两叉的时候，我们先尝一下，是吧？啊、与君共赏。哎呀，你放过君吧。与君。但他这个打开之后，说实话，没有这种很浓厚的猪肉，就是很豆沙。你看一下吧，我们想要什么味道？哎，你别这样。那个真老商家。